Hello，大家好。Hello，我们回上海了。Hello，大家好。Hello，你们好，我们来喽。是的。进来。我说的。Hello，大家好，我们来喽，我们来喽，我们来喽。开播喽！大家昨天玩的开心吗？Hello。Hello，你们好，稍微等我一号号，我要补个唇膏。Hello。对，回上海了。我们今天刚刚回上海。好的，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来喽，我们的直播开始啦！第一次来直播间，哇哦，欢迎你啊，你是我们的新朋友。对的，谢谢你的支持。然后我每天晚上都会在8:15的时候开播给大家，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因为你换衣服什么意思？我没有换衣服啊。没有，每天都在换衣服呀。每天都在换衣服，这什么鬼意思？用的唇膏是什么 ？CBB 啊，就是佳琪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唇膏牌子，好不好？谢谢大家啊！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我们的直播开始了。我跟你说，坐飞机回来，整个耳朵还到耳鸣，到现在，整个我现在说感觉你们就嗡，就耳朵不舒服。是的，好的，好的，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今天好飒，今天比较的酷一点点啊，穿的就全黑的颜色，也不知道该怎么搭配了，反正是挺好看的。我呢？你呢？旺旺今天好看吗？大家会喜欢这件衣服吗？大家会喜欢这个广告位吗？这么说的这么明显，就这件衣服我们当时有选，但是呢，在想大家会不会喜欢它。其实底下是这样子的，就是干干净净的一件男女同款的，然后比较偏就是那种潮流的，就是那种时尚潮流一点点的酷酷的那种线衫。会喜欢吗？因为这个外面套一个羽绒服啊，套一个外套都是可以的。我整个脑袋里面在嗡嗡。咽口水，咽口水。是的，好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既然没有人回答你这个问题，喜欢适合我，喜欢，好不好？谢谢大家，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宝宝20天一起看直播，哇，谢谢你，注意宝宝的耳朵哈，因为我的声音比较大，好不好？怕吵到你宝宝啊！谢谢大家，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然后 Never 他们现在在洗澡，然后他们等下就会来公司，然后给大家来一起看一看，好不好？谢谢你们啊、谢谢大家，好。今天有狗子，有狗子，等下给大家来看我们的狗子。那我们今天晚上可不可以预告母婴小专场的产品啊？我们整理一下，还是明天晚上预告？我问一下哦。好的，我们明天看，我问一下，今天晚上预告母婴产品，还是明天晚上预告母婴产品啊？对的，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11月30号晚8:15的母婴小专场，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的直播间。是的，来了来了都来了，然后美人们去群里面吼一句。好不好？去群里面好，已经是我们的直播开始了啊！那我们来开始预告一下今天晚上的产品有哪些。我们今晚一共会有到18个产品，因为我们还加了一个花西子的眉笔。很多人都说想要买眉笔了，眉笔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帮大家做花西子眉笔跟花西子的陶瓷口红的首发给大家，好不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Miss you, Miss never。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好，来，我们开始预告一下今天晚上我们会有到的一些产品啊。是。然后我们今天晚上会有到的是红图的山药脆片。哦，这个很好吃。哇塞，哎，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是让我现在就是不耳鸣和不脑袋鸣？我现在整个鸣到不行。这样。你这个蹦。对，它就这个太可怕了吧？我一直这样，我一直这样，你鼻子捏住，然后这样蹦，两个耳屎弹出来。见到我，真的可以，真的可以，你先试一下，憋气。打开了，打开了，通了没？听到我说话了吗？嘿嘿，感觉怎么样？不行吗？还是不行？好。好很多。在不，我整个脑袋很晕，有点晕，缺氧了，缺氧了。我脑袋非常晕。呼吸啊，呼吸。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听得到，听得到、哦。通通通通，我真的怕晕过去。不行吧？可以啊，好一点了啊。咽口水。哎。有点晕，好，还没有，他好像要打开，但是还没有打开。那你这样，你啊。啊！不也不发声，不发声呀、啊！啊，就把你的就是不是话，这叫什么？这个、啊、这个打开，这个叫什么？鼻血都出来了。天，这样稍微有点干。鼻血都出来了。可以了。鼻血都出，这个叫什么？开关不对，下颚就整个嘴打到最大。打开起来呀。没有啊。
这个我觉得啊，今天怎么了？就坐飞机回来有点耳鸣，有点耳鸣，他们说扇耳光就好了。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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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直播播着播着播着它就会好了的，应该是。我感觉现在更加的声音没有，就是更加捂在里面了。就是你知道现在感觉他戴了一个降噪耳机，怎么办？好吗？因为我觉得我声音很小，结果我发现我的声音已经很大，我那个声音标的要就触碰到红色那个点了，所以我现在声音不能太大了啊。好，那我们接下来预告一下今天晚上的产品啊。今天晚上我们会有到的产品是所有女生宏图的山药脆片，天猫店铺价23.9元六包，佳琪直播间第一份21.9元，第二份零元21.9元，12包给大家。山药脆片，不添加山药粉的一个脆片，是的，这个就是真的线下超市里面都有卖的一个产品，对，买它，好好吃，我很喜欢吃山药脆片。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是百汇的烤肠，对的，我们的百汇烤肠来咯。天猫店铺价43.3元8根一袋，佳琪直播间69.6元3袋，24根给大家，一袋只有2.9元，而且它里面的猪肉含量是 80% 以上，它的猪肉含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产品是一口一口又一口的坚果裂吧，这边是的啊，扎实的小零食，我们直播间卖的非常好，好不好？扎实的小零食来了，坚果裂巴来了，天猫店铺价29.9元一箱，一箱是666克，佳琪直播间到手价第一箱29.9元，第二箱9.9元，是，也就是说39.8元可以拿到两箱我们的坚果裂巴，很结实的。是的，一口一口又一口的啊。好，我们今晚还会有到的是 Coco 的魔方雪花酥，对的，这个特别特别的棒，这个雪花酥你们一定要去买它，天猫店铺价是129元一盒，它里面有原味加蔓越莓加菠萝加芒果，对，很多的味道在里面。然后我们今天晚上是79元一盒，有30颗，再送大家2袋他们家的曲奇饼干，比以前多送了一袋，就是 Coco 给到我们的活动力度是更多，对，好不好？比之前更多，多一袋给大家，好吃不粘牙的一个就是雪花酥，特别好吃，一定要买啊！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是北海牧场啊，今天晚上我自己要买的，这个、好喝，北海牧场的酸奶，天猫店铺价还是低温乳品的一个产品啊，它是用到的新鲜生牛乳发酵的，添加了果酱跟水果在里面，天猫店铺价129元12瓶，佳琪直播间到手价是69元12瓶给大家，有气色水蜜桃4瓶，有那个樱花草莓味4瓶，以及每日清体4瓶。好，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是贝致小奶瓶冲牙线，对，这个我看到，我跟你说颜值巨棒，很好，贝致的，我从真的是半年了，这个活动谈了，一直都在聊，我真的是谈了半年了，我跟你们说真的，这个产品天猫店铺价799一台，佳琪直播间549一台，冲牙线你们一定要买买看啊。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产品是 Joseph 来了，上次大家我们卖了那个分类，我们买那个彩虹碗，对，整个卖到爆炸，大家都很，然后很多人说佳琪 Joseph 最厉害就是这一个树脂的菜板，对的，好不好？所有女生这个来了，我帮你们拿到咯，认识他的女生扣个一，想买他但是觉得太贵的女生扣个一，这一只种草，对的， Joseph 来，那个菜板来了，分色菜板来了，就是比如说你切各种东西，鱼类啊，蔬果呀，你就可以用不同的菜板去切，而且这个是真的贵，很多妈妈都是因为太贵了舍不得买，然后我们会还会有他们家的刀具，在这边，对的，刀具都会在这边，然后还有这个不同的刀具，对的，不同的刀具都会有，然后天猫店铺价是529一套，这个是真的贵，但是我们帮大家讲了价格，我答应大家的价格，我就一定要讲到。距离上次我说我要给你们做他们家菜板多久时间了，美们，差不多3个月左右了，一直都在讲价，一直在磨，对吧？你知道这3个月我在干嘛吗？一直在这磨价格，终于磨到了我答应你们的300出头的价格，329元，直接减200元的活动力度，对，只有1万份，没有就没有，好不好？只有1万份，没有就没有，对的，所以要买的女生今晚要抓紧时间了啊！是的，我们到手价只要329元，4把菜刀，4块菜板，超划算。好不好 ？Full Spa， 耶！所有女生，我们的小浮雕杯的一个香薰蜡烛，好美，很美，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们家给大家来就是介绍一下他们的一个香味。天猫店铺价是139一个，就是我们的香薰 Spa 蜡烛，江西直播间到手价是88元一个，156元2个给大家。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是所有女生 ，Mind Bridge， 这个应该这样读 ，Mind Bridge 2020冬季新款的。杨妮大衣，对，
这一件，我跟你说，李佳琦最喜欢的就是格子了啊！开始，我们的那个是个什么？那个仿羊羔绒卖完了，接下来就要开始格子了。是的，好不好？接下来你们会看到一系列的格子，一系列的格，但是很好看。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格子，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跟我一样，就是我特别特别爱穿格子类的东西。这次也给大家做了，然后上面是牛角。对，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格子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经典。对，佳琦自己买衣服就特别爱买格子，就是各种，比如说千鸟格啊，哦。通了，通了，就在千鸟格那一刻。千鸟格通了，我的耳朵就，然后包括这样子横竖条纹格，对，然后包括你们认识的，比如说大牌的 Burberry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我都会买他们家，包括我昨天领奖的时候穿了一件，也是 Burberry 的格子的一个西装，就格子呢很好看，而且格子永远不会过时。是的，就这一件买回家可以穿几年。这一件哦，所有女生82%-85%的纯羊毛，给大家好不好？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棒。然后它的内里是聚酯纤维的一个内里，给大家做了一个内里，它不是双面的，它不是双面里，对，它是单面的啊。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是。然后它上面有两个牛角扣，细节其实设计的。它的牛角扣，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个内扣，就是让它的细节做的非常非常的棒。是。好，给大家看啊，这边里面是聚酯纤维的一个，是不是贵？我跟你们说，这件衣服在线下买是真的贵，1690。佳琦直播间到手价只要730，他们自己的价格就是，我记得好像双十一的话好像是1000出头的价格，我们今天只要730块钱，好不好？买它，我们有纯色款，有藏青色格子、小麦色格子跟红色的都有四个颜色啊，是。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是所有女生。来咯，我们的 Lovo 是罗莱的 Lovo， 是的，看一下我们的四件套，是买它。我们给大家铺在床上做，是我们有三件套、四件套，我们已经把它铺好了。罗莱的 Lovo 系列来咯，买它，今天晚上一定要抢到它，好不好？一定要抢到它，磨毛的四件套，在那边我们等下会给大家来做那个介绍的啊，会详细的介绍四件套，因为四件套很多女生想要在我直播间买，他们家四件套是1米5×2米1是399，2米×2米3469，2米2×2米4489，佳琦直播间到手是1米5×2米1299，然后我们369的389，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然后我们今晚还会有到的是 Sensila。哇哦，对的，仿羊羔毛，对的，我们的 Sensila 仿羊羔毛的外套来喽，这是一个小熊刺绣的一个外套，看一下刺绣在后面，是一个小熊刺绣，很精致，这个就是你知道穿上身就是一个年轻活力，就是肤色也好的一个，就感觉几个人亮亮的，对，一个小女生的小外套啊，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包括对它的帽子是可以脱卸的，然后这个颜色我觉得真的很好看，然后它有拼接的料子，就这个地方跟它的这个花花，这个熊的花花是有呼应的，是，好不好？你也很喜欢的一个料子，是的，这就是那个毛就是那个灯芯绒，灯芯绒，灯芯绒的一个拼接，好不好？天猫店铺价428块钱，家人们到手价229块钱一件，对，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一会儿给大家试穿。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产品是我们的美妆类产品，会有到黛珂牛油果紫苏水乳套装，因为现在很多女都要买水乳套装了，所以我们把黛珂的紫苏水乳套装拿到了，天猫店铺价，所有女生每门600块钱，150毫升水，150毫升乳，佳琦直播间到手价500块钱，我们直接减100，再送大家黛珂的小紫瓶15毫升，以及黛珂紫苏精华面膜6片，再加上黛珂的牛油果面膜6片，4.1折，还会送大家一个定制的化妆镜。是的，4.1折活动力度 ，Oh my gosh， 买它，这个真的买。好不好？买它，这个今晚要抢它啊！因为真的，现在我跟你们说一句心里话啊，妹妹们，双十二的活动真的谈到快晕了，谈不到跟双十一一样的活动，好难好难好难啊！但是我还会尽力的，我不会放弃，我之前还会努力的去给大家来就是争取福利，好不好？这个活动力度已经很大了。所以我们提早给大家来做直播，因为很多人现在还要买啊。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是所有女生她来了，你知道这一瓶产品今天晚上所有人都要给我去买它，只有24440瓶，美们啊，我听完特别种草，所有女生 Nine Versus 对来了，所有女生 Nine Versus 的一个保湿精华瓶来了，这一瓶现在非常非常的火，而且它不是说什么广告打火的，是它就是在韩国当地
各个韩国女生们都在用的一款产品。他们家的就是理念就是美丽始于正确的一个习惯，这是一个保湿精华安瓶。如果你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的话，这一瓶你一定听说过，它是一个 Get It Beauty 节目里面精华类保湿补水安瓶盲测第一名，而且性价比真的帮大家谈到高到不行，你知道吗？它里面的第一个成分就是椰子水来代替离子水，然后还会有到的是维生素 B、 维生素 C 以及微量元素跟氨基酸以及植物成分，还有玻尿酸、海藻糖、角鲨烷，是就是帮助你快速保湿补水。我等一下跟大家说 Get Beauty 那档节目里面测试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它的就是提升肌肤水分度是 170%，它是提升肌肤的水分度三个小时达到170%，跟第二名第三名差很多。我给你们看一下，它就这种蛋清的质地，对，非常非常的好涂。安瓶精华，安瓶精华，来切下镜头给我们看一下，所有女生，这个我跟你们说一定要买，今天晚上这个会成为我们直播间的一个就精华爆款，就保湿补水类的精华爆款，就像 Holika Holika 一样，会非常非常的有名。是的，秋冬天大一定要做保湿，但是一般的保湿会容易腻，很容易油，很容易搓泥，但这款不会，好不好？这款不会啊。好了，今天晚上我们这个他们自己店铺买109一瓶，我的直播间到手，我们第一次做福利，我们第一次合作，所以他给到了我69一瓶的活动，两瓶108，别买一瓶108，你们买两瓶108，两瓶好。然后还会有到的是花西子限量版最新新品口红首发，我们的雅瓷知音礼盒，以及我们的所有女生陶瓷口红首发来咯。所有女生上次被他种草的在不在？今天晚上一共只有20000多一点点的货啊，买它就给我疯狂抢到，好不好？疯狂抢到它来。所有女生陶瓷口红来了，这是礼盒装，这个我觉得送人都可以，这个我跟你们说美到飞起来，把光调到最暗，是来去聚焦。所有女生来把灯给我准备好，所有女生陶瓷口红，因为我们这个是白色的嘛，它的这个陶瓷上面是有暗花的，这个暗花非常非常的美，你们拿到手上之后就知道它是在陶瓷上面这个材质上面做什么，做那个雕刻，是雕花，所以拿到本身的时候会美，被它美到。我们来看一下所有女生关了灯之后它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来，我们看看，看得到吧，美不美？好不好看？美不美？好不好看？下面都是做这样子，很美不美？这个是你可以手摸到它的一个，就是凹凸的表面的那些，好不好？这个是花西子花了2年时间，佳琪今年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把我所有的就是我学到的一些专业知识，跟我对于这个品牌和这个口红的理解，全部放在了这个上面。我们真的叫花西子历时2年，佳琪参与1年的时间，然后打了无数次的一个就是版本。对，这一次我跟你们说拿到手上真的美翻天，好好，给我抢到它哈，给我抢到它哈。美们，天猫店铺价一支199，佳琪直播间一支159，两支318，礼盒装给大家，对，好不好？谢谢大家支持，我们只有四个颜色，单支版礼盒版都会给大家准备，是的，单支版礼盒版都会给大家来做准备的啊。谢谢大家，喜欢佳琪请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同样这个我们不定时就是第十四个宝贝，可以来。所有女生还会有到的是面膜来了，绿野方棕面膜。你知道这款我觉得叫做面膜吧，也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叫做一个纯露面膜，什么意思？来听清楚，如果你是李佳琦的粉丝，你绝对知道这个你应该买。第一个成分玫瑰花水，就是玫瑰纯露，是第二个成分橙花花水，第三个成分岩蔷薇花水，以及沙棘果提取物，丝氨酸、甘氨酸、丙氨酸、精氨酸、天冬氨酸等等等等的氨基酸辅配，是的，再加蚕丝胶原蛋白、黑灵芝提取物、藻类提取物、山核桃提取物、莲花提取物、白戟提取物、啤酒花提取物、透明质酸，后面再是一些就是尿囊素啊，包括泛醇啊，然后乙二醇啊什么等等等等等等。我跟你们说，前面的20个成分都是大家可能听得懂和看得懂的有效成分，所以这个面膜买，这个面膜买，好不好？买它就是用成分让你知道这个面膜就是好用，好不好？植物成分创意是用纯露来代替单一的水，帮助你亮肤补水保湿的一款面膜。天猫店铺价89块钱一盒，佳琪直播间118块钱两盒，14片再送一盒
21片只要118块钱。买它。就可以买，好不好？这个是第一次跟我合作，他们家真的是说，佳琪，我们真的不能谈到很低的价格，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说了，我说给我一个活，给一个活动给你，你要就要，你上就上，不上就算了，知道？逼死了，你知道把老板都逼死了啊！美们买它，还有所有女生喷雾来喽，美们寻汇记芦荟喷雾。天猫店铺价79一瓶，佳琪直播间69一瓶，两瓶108。还会有到的产品是所有女生瑞波琴的急救痘痘精华来了，好不好？所有女生美们，对的，我们瑞波琴的救急夜间净痘精华来了，就直接点涂在你的痘痘上，比如说这里长了痘痘，我们就把它点涂上去就可以了。自带一个这样的小棉棒。是的，好不好？点涂在痘痘上，痘痘快速愈合，然后让你的痘痘快速的从根源上去解决痘痘的一个反复发作，而且精准去痘痘。天猫店铺价268，佳琪直播间到手148块钱，两瓶222块钱。哇，这件衣服很贵。你刚刚拔出来的时候自己掉下来啊？真的吗？帮你清理啊？真的、yes. 不是蹭到你的身上了吗？不是，不好意思，再回放 right now。 很贴心的我，贴心贴心。好不好？还会有到的是花西子眉笔，对，但是花西子眉笔会提前一点给大家来上的啊。是的，好不好？还有花西子眉笔，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同样呢，我们11月30号晚上会有母婴小专场，会有打开微博，所有女生我来。来，大家可以趁现在，对的，趁现在打开微博，我们有一条抽奖微博来咯，好不好？打开微博搜索李佳琦 Austin 同名微博，大家可以多多的转发我们11月30号晚上母婴小专场的微博的评论、点赞加转发，我们会抽取多少个人？抽取200人，每人100元的现金红包给大家。对，多多转发，多多评论，多多点赞哦。对，就在这一条微博，大家多多点赞，多多评论，多多转发。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喜欢佳琪，记得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只要转发、评论加点赞就可以参与抽奖。大家也可以下滑，其实我们这边已经把我们的直播清单都已经放出来了。我跟你们说，好多就是粉丝发私信给我说，这次的母婴选品太赞了。是的，很多妈妈都说这次的母婴选品太赞了。初选选了8个小时，然后复选又选了。我跟你们说真的啊、哦，买它好不好？这个是真的，你们可以去就是问一问的。佳琪换个微博头像吧，看腻了啊！我12月份就会换微博头像，因为昨天拍了一个大片，我跟那个照片拍到我就看到自己爱上自己，就是真的，我从来没有拍过那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李佳琪。我那篇那个照片只要一出来，我立马换微博头像。我。想听了一下，爱上没有，是真的就看到，就是有点激动，就是那种你知道，就是心跳的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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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真的可以看一下吗？但是好像已经老了10岁，就是35岁的李佳琦，比较沉重一些，不是沉重，就是你知道，就是眼睛在发光，就是眼睛里面有星星。应该年轻的时候眼睛里会有星星，老之后都我一样，我就是眼睛里有星星。OK。对的，我跟你们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你现在还没，也没有25岁啊。啊，我现在28岁 ，OK。要你提醒我。开播了，开播了，直播了。气死我，不想播了已经。刚刚怼我，没有。他说你，他说你现在不止25岁。是没有错啦，就是你要勇于承担自己的年纪。就像我今年18岁，我说什么了吗？没说什么。对不对？就是要勇于承担。你今年18岁，哼，18岁年就是再多几岁，就是18+？18乘以2，那也没有，那也没有啊，18减掉几，奖励还有。好的，好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Never 和那个弟弟他们底下就会来玩的，他们在洗澡了啊，美容美发去了。对的，他们去美容美发了。对，因为上播前就要做一下美容美发，对对对对，因为你知道，整个刚刚看到 Never 看到弟弟，吓死，弟弟像从就是。就是森林动物园里面出来的狮子王一样，散发着野性的魅力，炸开，然后身上有一股螺蛳粉的味道，就可能昨天偷偷吃了一点螺蛳粉，不是，是刚刚有人带他偷偷在那里吃螺蛳粉，就是有一个同事在吃螺蛳粉，然后就很喜欢弟弟，就抱着他，然后弟弟就一直在那个螺蛳粉的那个房间里面就，然后我一抱他，我说，怎么回事？为什么有螺蛳粉的味道？哎呦，那可能是滴在他身上了，然后超搞笑。对对对对，等一下我们可以看狗狗啊，狗狗在美容美发当中啊。好，那我们开始咯，我们话不多说了，好不好？今天晚上会有花西子眉笔，我们花西子眉笔定个10吧，好不好？再晚
9:50准时开始画西子眉笔。可以可以。我觉得我今天应该会在10点钟左右下播。哎，没看，先看一下。没有。10:20。10点到底几点？差不多10:20。我觉得，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个产品，10:20左右差不多下播了。不不，以你的这个应该是啰嗦啰嗦的程度，整个介绍半个小时的。我跟你说，3:20我9:30下播，5分钟一个，5分钟一个，5分钟一个，废话不多说。啊、我真的，我直接就开始了。不可能。不可能，那也是、啊、我做不到，我有点害怕，这卖不动，我的妈呀！那倒也不会。老板打电话跟我说，李佳琦怎么样，膨胀了哈？嗯，就有点风格突变。来来来，开始，红图山药薄片来喽！对啊，我们的红图。是的，这个我真的自己在线下买，我们在超市买过。对，你知道我第一次吃它的时候是在我们以前的办公室，对，然后那个时候是在。就是财务室里面，然后他们在吃这个，我说这什么东西，给我吃一口，我说哇，好好吃啊，我就让他们天天给我买它，对，好好吃的山药脆片哦，很好，我跟你说真的，这个是我们同事他们自己都会自己外面就 7-11 买它，然后它还有那种很大一包很大一包那种，对，超大的，就超大包那一种，好吧，我跟你说这个真的很棒，一定要买它，芥末味的好吃。嗯，我觉得番茄味的好吃，我最喜欢吃他们家番茄味，我也是，因为他们家番茄味吃的不腻。就很番茄，就他们家番茄味，就把番茄还原到了99.9%。哦，我想说200%。我们不能说100%，对，我们不能夸张。对，但我真的觉得很好吃，它是番茄，你打开这种番茄味的，哦，超好吃。因为我现在它番茄味真的好好吃啊！突然爱上山药。啊，对，玉文姐最近爱山药爱到不行，爱到不行，我火锅必点山药。我现在真的，昨天整个在酒店里不是把这个品带到北京去了吗？嗯。然后他们都已经吃不下，我依旧拆了一包这个吃。好好喝，好吃。嗯。花板山药其实那种特别特别的 薄，然后把它炸了一下，然后整个就变成那种脆脆的可口的那种感觉啊、嗯、吃起来就是第一个不会什么塞牙，或者第一个就不会就是那种很难咬，它真的很脆，然后脆的那种很香的感觉，它的薄片薄至 1.5 毫米的一个薄度，是的，好不好，这个孕妇老人小孩请谨慎选择，对的，好不好，因为孕妇好像不太能吃山药，嗯，那我不知道，但是可能就是反正含有山药，反正自己想买它的时候特殊人群还是特殊关注一下，对的啊，特殊人群特殊关注一下，因为这个的话可能小朋友如果不是很大的小朋友他没有咀嚼好的话会容易卡到喉咙、嗯、好吧，天猫店铺价23.9元六包，佳琦直播间21.9元六包，第二份0元，哇哦，整个零元，第一份21.9元，第二份0元，是的，3、2、1来喽，到手的话就是21.9元12包，嗯，整个到你家，然后因为它本身是有三个味道，今天我们是组合装，是有我们的烤翅味加上番茄味再加上酱香味，到手12包给到你啊，是的，数量填二，数量一定要填二，就到手的话是21.9元组合装下架了啊，好，我来加，对的，赶紧组合装下架了，我们来加一下他们家别的款哦，对，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选择，它其实本来它在超啊，远一点，它本来的话是4.9元一袋，因为我们真的去买过，然后今天直播间到手的话买两份平均一袋才1.8元，相当于3.6折的一个折扣，是的，相当于3.6折，一袋只要1.8元，相当于一个辣条的连辣条都不用，因为它本身可能有些人会说薯片啊跟山药薄片，他们家山药的话不是磨成粉、嗯、它是直接用山药本人切成一片片，他们家的山药薄片是没有山药粉的，不添加山药粉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棒，而且你知道就这种小袋小袋的我觉得特别好，就35克一包的话刚刚好吃完，我昨天吃完还不够，但想想算了算了不能吃了，等会要吃别的，对，因为买那种特别大的包装的话跟你说吃不完，你不把它夹好就会容易运掉，对，容易回潮，对，所以说这个的包装我觉得大小正合适，适合一个女孩子在家里看看剧啊看看书啊的时候，它就是山药切成了片然后把它做成这样子的山药脆片， 嗯，加点调味料使这个山药的脆度整个打到满，嗯，就很好吃，很脆，很酥脆的口感、嗯、真的好吃，我自己要买一点，我们加货吧好不好，帮我把综合口味加上货，他们家番茄味是最好吃的，我要买一份，我喜欢吃它，而且这种感觉就吃完一整袋我吃完是不会腻的，因为很好吃，就吃他们家番茄味有种吃真的在吃番茄的口味的感觉，找到我的直播间等我一下，我们家数量一定要填二，到手的话就是21.9元，就是真的如果你吃过吃厌了，嗯，对吧，就是那个薯片或者什么之类的话、嗯、你吃它，那我先番茄味加一份吧，因为它很就是本身喜欢吃酥脆型的类型的人就可以吃看我们的山药的薄片，然后烤翅味加一份吧，你番茄味多买几包吧，这样我去你家可以多吃点、数量填二，别忘了，不用领券，数量填二，21.9元。我要回到我的购物车。
哎，我没有这样子买过呀，我一般都是买一个味道的啊，就这样子。再这样子。哦。你妈也很喜欢吃这个的。压好了。我买到了。我下单啦，嗯，我买到啦，哦，嗯，我已经抢到喽，21.9元。是的，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多多关注，多多关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可以自己去拍啊，数量一定要记得填二，填二就够了啊，填二就够了，根据自己选的喜欢的口味进行选择就好了。是的，好的，谢谢大家的支持，数量填二，我们自己去拍啊，嗯，下面一个百汇烤肠来了，对，哇，这个我们直播间有两大爱，一个是爱主食，一个是爱肉。爱肠，爱肠真的很爱我们，哎。我们的那个小哥哥们，你们来吧，上吧！我跟你们说，好吃到不行，蘸什么？蘸翠红辣椒酱，哦，绝配！我跟你说，烤肠，整个我们公司有的时候饿了，他们就从冰箱里面翻出来烤肠，然后就是煎一煎，炸一炸，烤一烤，然后每个人就一根，嗯，饭都不吃那种，饭都不带吃那一种。啊，每天是谁来啦？我看到了一个白白的东西，是谁？是 Neva， 是毛球球，是 Neva， 真的吗？是 Never 吗？哦，是美容美发。是 Never 来吗？是 Never 美容美发完了吗？我，哦，好美，啊。Never， 在哪？奶奶 ，Hello， 好久不见。好美啊，他现在。好久不见啊 ，Hello， 你们好。哇 ，Never 说怎么一来就要我吃，就有烤肠在我对面啊。哇，你好啊，我变年轻喽。我跟你说，人靠衣装，美靠靓装，真的，狗靠美容啊！真的。我还想再说一句广告词，什么好迪好，好迪真好，大家好，大家真的好。你说你们好，我是奈奈来喽，他等下就会出来的。你说你们好，我是奈奈，再来拜拜拜拜，给你们下一个，给你们下一个，给你们下一个喽。Neva 来，你们好呀，我是 Neva。Neva 再找，我是 Neva， 我是 Neva， 这 Neva 这什么？这什么？你不能吃哦。哇，就是口水要流出来了吧，奈奈。快看快看这里，你不要你不要，哎，今天有点注意力，今天有点不专心啊。你闻一闻先。哦哦，是不是？哦，天哪，是肉，哇，是肉，要流口水的那种东西，对不对？要流口水的东西，对不对？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跟妹妹打架吗？妹妹不在这里，不要找妹妹。啊，妹妹，你跟妹妹打架吗？我来了，你跟妹妹打不打架？应该要打了吧？啊，是不是要打架了？拜拜了，拜拜了。他就会在直播间拜拜，然后他就看到直播的时候，他就会拜拜。对的，那谢谢大家，希望你们多多关注我们哦，好不好？那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现在要去巡视一下我们公司里面有没有别的狗子，应该他闻到了，因为他一直在旁边叫闻，可能就知道旁边已经我们公司来了别的狗子，他去先打一架再说了啊，先去闻闻，好吧？他就打个架去，等下再给你们看啊，嗯，好吗？等别的狗狗来了再跟你们一起看，去玩吧，去玩吧，胖了很多呀，吃得很好吗？这几天？在你不在这两天应该没有，跟胖胖的伙食就会比较好一点。还有妹妹跟胖胖胖了很多，妹妹跟胖胖不是胖了很多，是胖了一圈，整个就胖了一个妹妹出来了，整个变成一个小肥妹啊。嗯，今天我们的百汇烤肠旺，嗯，好好吃，真的很好吃，我跟你们这个烤肠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好香啊，你知道，嗯，你说，嗯，不不你说，我说因为这个里面我跟你们说80%以上的含量都是猪肉，是的，它不是用面粉做的烤肠，就是很多啊，不是很多，真的，我这次之前放假带我女儿去公园，我公园烤肠必备的嘛，买了一根，我，哦，真的整个吃不下去，扔掉，气死了在那里。因为那种公园里面好像都会有那种你知道绵绵的，不是它全是面粉，它根本就没有绵的，它是坨坨的。哦，就面粉充斥着它外面。我跟你们说，烤肠一定要买，就是比如说切成这样一小坨一小吨炒炒辣椒，对对吧？你就是炒炒蔬菜，包括你这些一片一片的放到饭里面一起蒸，对。然后包括你就这样直接拿着一个串插着然后吃，很好吃，真的。买了空气炸锅的一定要买烤肠，不用空气炸锅炸，你用油爆，那你是真的最会吃的。那可能是会啪啪啪啪啪。对，真的最会吃的，你在上面刮两刀，然后用油爆一下，我跟你说巨香，很好吃，好吗？天猫店铺价43.3元八根，佳琪直播间60.6元，24根给大家，有三袋，一包43.3元，我们三包只要60.6元，准备好了没有？数量前3、2、1来喽！对的，而且它微波炉其实也可以加热，就是你把微波炉调到高火加热1到2分钟也可以吃。嗯，所以说你蒸炸、煎炒、烧烤、微波炉、空气炸锅都可以吃，是的，没错。而且猪肉含量在80%以上，所以说你吃到它其实猪肉的这种鲜香，嗯，加上它外面那个猪肠的肠衣，如果你烤过之后，它整个收缩在一起嘛，会非外面是那种脆脆焦焦，里面就是那种鲜嫩的口感，是的，特别好吃。你们要去买一买看，我们的百汇烤肠跟我们的什么绝世地道烤肠都是在我们直播间卖的非常非常好的品牌，因为他们真的真的
做的非常非常的棒，都是比较偏头部的一个品牌了啊。是的，百汇考证可以买一下，数量填三就可以了啊，69.6元。数量填三。对，69.6元，到手三袋，每一袋有8根，所以说你到手24根，你放在冰箱里慢慢吃，完全没有问题。有个女生说，她说这个烤肠可不可以隔段时间就来一次？隔段时间就来一次。就家里对肠的需求是很大。我跟你说，一般在家里面做烤肠，不可能只烤一根的，就一烤烤一袋。有闻，就是隔壁邻居也来敲你家门。对，哎、就是来分他两根那种感觉。哦。然后就会喊七大姑八大姨一起来家里吃。因为你把它包在那个手抓饼里面，也很好吃。很好吃，就是那个什么三明治手抓饼里面都可以这样做啊啊！自己去拍。我们下一个，一口一口又一口坚果裂巴。裂巴，哇，这个、哎，扎实的来了。来，美们，一口又一口一口又一口，是我们之前合作的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扎实品牌。扎实品牌，一口一口又一口。他们家的小蛋糕也很好吃。然后跟大家说啊，这一款哦是他们家的新品，叫做什么？叫做坚果裂巴。就很多人就是喜欢吃这种吐司面包，但吐司面包呢没有味道。对。对吧？就是那种面包的味道。但这个我跟你们说是什么？里面有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呢？核桃。对。然后还有什么大葡萄干？大葡萄干真的是大葡萄干。而且你看，这个不是说我们什么，就是拿最多这一面给大家看。我跟你们随便打开一包，你看里面的料添加的有多多。这一碗是一片面包，我们刚掰掰就是撕开撕下来的。整个就剥出来。美们，这一碗的坚果是这一块一片面包里面剥下来的量。剥下来的。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是的。哎、你们下次什么时候剥？我们剥火龙果的时候，你们就把火龙果的那个籽把它憋下来吧。这个熟籽有多少颗？这个火龙果的品质怎么样？对对对对对。好，我们没有，看一下，，我不剥水果啊，佳琪不卖水果。这样我们比赛，你剥那个草莓，我们剥火龙果，就可能整场直播没有声音啊。看一下，好不好？我跟你说，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棒。首先第一个，这款脸巴的话，它是严格控制了温度跟它的一个湿度，对，就是不会有那么的干。因为有很多那种扎实的食品都会做的比较的干，对，这个是湿湿哒哒的，其实你拿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是真的湿湿的，而且它是软软的，你可以看一下我捏这个面包，它这个是真的软软的，非常非常的软糯，有回弹性的，真的好喝，真的很好吃。因为而且它还综合了你知道葡萄干的酸甜味，再加上那个核桃的就是那种就是香甜味，甜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棒，真的很棒。买它啊，天猫店铺价29.9元一箱，佳琪直播间第二箱9.9元，是的，29.9元第一箱，第二箱9.9元，大概一共两箱有23片面包左右，好不好？两箱大概会有23片面包左右，准备好喽，数量填啊，3、2、1，来喽。它的话其实口感不像一般性大家可能吃到传统脸吧那么的干，是的，真的是有湿度，你反而最近是那种软软的软软糯糯的感觉。我跟你说，我们今天零食真的排的非常的棒。怎么了？涨工资5块。整个砸你头上，就是后面能不能多加几个零？我们到幕后去谈，幕后去谈。多加一个吧，50块。哎呀，可以，人嘛要限于满足。而它里面是一个个这种独立包装的，所以说什么，就很多女孩子说平时上班比较忙的时候，早上起不来啊，你就拿2-3片放在包里，就因为它里面加了核桃跟那个我们的葡萄之外，它就特别的顶饱，我觉得是顶饱，对的，很顶饱，口感也很好吃。你就是一包这个棒包包里面一杯牛奶拿到手上，对，然后去外面就是坐车准备打车啊，打车的时候路上走走的时候吃一吃，真的很好。因为你可能说平时一袋白的面包，你可能吃到后面就没什么味道，没什么味道，这个真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棒，它综合的非常的好。对的，它坚果加上核桃啊，又没有了，那我们再加吧。数量填二哦，所有女生一定要记得数量填二。它保质期的话是有90天，但是它我们两箱是23片，所以说你慢慢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的，嗯，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加好喽。好了，赶紧去吧。它而且口感不是特别甜，可能它里面的葡萄干稍微综合了一下，它清甜味。对，清甜味。它不是那种甜甜腻腻的感觉，因为它的脸巴就是一个面包的味道，比较扎实，很扎实。本人再加上扎实的那个果肉，加上坚果就很好吃。大家真的可以去买买看，我们的一口一口又一口。然后它线下的一个价格给大家看一眼，它线下的话是29.8元500克，我们做的是666克一箱的，对，相当于5折的一个折扣力度给大家。是的，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李佳琪直播间，谢谢大家。数量一定要记得填二哦，这是我们的新产品上新，所以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对，接下来我们下面一个阿 Coco 大魔方雪花酥，他们家雪花做的，我跟你们说一句心里话，就是感觉这个雪花酥很贵，就很高级。哎，你们看一下这边的颜色，我的妈耶，就很梦幻，真的很少女。这个雪花酥，我的妈呀，
就跟一般的雪花酥完全不一样，它太漂亮了，它里面的料它加的太扎实了，非常扎实的。他们家产品生产没有，他们家是无添加的，第一个是不添加蓬松剂，嗯，第二个不添加合成防腐剂，第三个不添加起酥油，第四个不添加合成香精，就这个每一颗的原料都做的非常非常的好。那它打开就很可爱，就是有点像圣诞礼盒的感觉。就拆拆盒子，哇，一盒，一盒，一盒，两盒，就这样一盒一盒的，三盒，对，就这边，给你们，对的，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而且每个口味完全不一样。对，他们家是有到原味加草莓、蔓越莓加芒果蜜，菠萝蜜芒果味，菠萝蜜芒果味很好吃。但我喜欢吃草莓味，我来吃菠萝蜜芒果味，我觉得是这个少女很爱吃草莓味，菠萝蜜芒果味非常好吃。嗯，那它这种一个个独立包装，你看它里面啊，我给你们看一下，南瓜子我是看到了的，嗯，这应该是菠萝蜜，然后应该还有芒果在这边，就真的它里面的量非常非常的足，它里面是有含每个都含有六种冻干果干和坚果在里面。你知道我觉得吃它不像吃糖，像吃什么？因为雪花酥像糖吗？我觉得像糕点，嗯，很糕点的感觉啊，像糕点，好好吃这个，嗯，就咬下去的时候不是那种一咬就很粘牙齿，哎，它不会把我的假牙粘下来那种。你假牙粘下来，应该马上现在立刻下播去找医生。它完全不粘牙，但是很 Q 弹。旺旺，你吃它，你相信我。不行，不行，真的不行，我戴牙套的人。戴牙套的人不能吃，就是牛渣糖，牛渣糖，不行，这个你可以，你相信我。我觉得你要吃完，如果你整个钢丝蹦掉，直接问他二维码收款。嗯，你觉得可以吗？把明天箍牙的钱。你相信我，不粘牙，真的不粘牙。哇，它一点都不甜！我天哪！你就是咬一半不行吗？我跟你说，特别做作。你们不要把你们的孔蹭到奶我身上了啊！蹭了的，我要把二维码给你们去洗澡的啊！你要说救我，好多嘴巴。我们那天在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在吃烤肉，嗯，我跟你讲那个烤肉有多小啊，就是差不多这么小一片烤肉，对不对？嗯，正常人是不是就这么小一片？嗯，不行，这个烤肉对我而言太大了。谁？这位上升期。他帮我剪成宫爆鸡丁那么大。他就整个想翻他白眼，然后他说不行，我会塞牙，太大了。那个烤肉大概这么大。是的，是的，你怎么不说这么大？这一大块肉直接给你端上来。然后就给他切个丁给他吃，真的气死我了。你知道有的时候上升期的女艺人都是这样子，比较做作，有点做作啊，真的拍，真的拍。好的，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嗯，这一款美门天猫店铺价129一盒，因为阿 Coco 他们家的食品做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对，很好，它的品质。品质。佳琪直播间79块钱一盒，对，还会送他们家的两包。你在我们直播间买过的啊，这两包就要30多块钱。就这个曲奇的，我们的曲奇很好吃，嗯，入口即化的一个曲奇。我们会再送大家两袋曲奇饼干，嗯，准备好了没有？79块钱三盒，我们的雪花酥30颗，再加两包曲奇饼干，三二一，阿 Coco 来喽！79块钱哦，超划算。其实我觉得你这个盒子在吃完之后，你里面可以稍微放点自己的小饰品，或者什么，也完全没有问题的。放点小东西当做一个储物的东西放，因为很好看嘛，在里面。下架喽，来我们加货。它里面是有三种的组合味道，是我们的原味，加上我们的草莓蔓越莓，再加上我们的菠萝蜜芒果三种口味，而且它很特别，是它这个完全不会很甜的感觉。给他们看，这里面还有一大颗，这个叫做巴达木。对，巴达木在里面。就它的果这么大一颗巴达木，它一半在我嘴巴里，它都很扎实，嗯，好扎实哦。它用的原料都很好，是真的，而它甜而不腻，软糯 Q 弹，完全不会粘牙，所以说你买一点牙都不粘，真的，一点牙都不粘，我可以给你们微笑。啊，整个给我看一眼，哦，很干净，不粘牙，一点牙都不粘，很干净，很干净，赶紧数量填一就可以了。到手的话就是79块钱这样的一盒，里面有三种的组合味道。对啊，我觉得你吃完之后还能用来储物，什么都可以。好吃好吃，我的牙是假牙啊。你可以帮我表演那个水牙线的那个吗？你不行吗？我们一起。可以，我可以可以，一文姐可以。他已经有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你知道我们那天，随时我跟你讲，箍牙的妹妹出门一定随时随地要带水牙线。那天她要上播前，我在用。帮他挑，他在用手指甲，真的，我对他真的是真爱，在帮他挑，真的。挑完就问我吃掉，挑完就问我吃。那也没有，挑完就放在菜巾纸上面，就是，但是我们俩很享受这个过程。但一看回头一看，旁边的人吐了。你也是蛮恶心的。我很喜欢挑这种，就是缝缝里的东西，哦，好爽，挑起来。很棒很棒，手爽，心灵味道啊！你还要记得你自己是已婚，
抑郁的妈妈。我很好，你要把一个妈妈的好形象展现出来，就是帮他端庄，帮他做一些他做不到的事情。好，我们现在来播我们的，这个是什么呢？很棒，我们的北海牧场。你还是像以前一样吧，北海牧场、啊、来，北海牧场来喽，好吧，我们下一个北海牧场来了。会发胖吗？当然会发胖。哎，哪个吃零食不胖的啊？会胖的，会胖的啊，但是一定要就是饮食以及我们的运动要相结合才可以、嗯、是的，好不好？不要一味的吃，也不要一味的运动和节食、嗯、所以就是饮食跟运动我们一定要协调好，结合，这样才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好。对，好的，没有错。来，所有女生美们，北海牧场来咯，好不好？北海牧场来咯，中国低温乳品品牌之一，而且他们家是用新鲜牛乳发酵的。嗯，北海牧场的那个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棒，非常非常的顺滑，而且我们这个是顺风冷链到你们家。它是因为低温奶嘛，所以说它是顺风冷链。是的，而且他们家奶是不添加蔗糖、香精以及防腐剂，是用的真材实料的一个食材跟奶味，它里面还会有果干。旺旺你来喝吧，我真的不能喝，我等下又要就上厕所去了的。来，所有女生，北海牧场，因为我乳糖不耐受啊，嗯，但这个真的好喝，这个是吧，就兼具了营养之外又好喝的一个品牌。就它这两瓶，我们今天有草莓味加上我们的白桃味，他们两个是不加白砂糖，但是今天我们这款原味还是里面有白砂糖，要特别知道这两款是完全不加白砂糖 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是不是很好喝，很清爽，因为它里面用了代糖，我觉得很好。你第一次喝就是北海牧场，很清爽，很清爽，超清爽，这一个是的，好吧，它的口感非常非常的顺滑。这个也会在 7-Eleven 很多地方都有卖，线下有那种冷冰柜、冷链冰柜的一个超市都会有他们家的生意，好吧？这个天猫店铺价129块钱一十二杯，佳琦直播间69块钱一十二杯，水蜜桃四杯，对，草莓味四杯，然后原味四杯，一共一十二杯给大家。嗯，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低温储存21天，顺丰冷链到家到你们家啊！来准备三。二一来喽，北海牧场来了。啊，它每个味道，其实味道都很小清新。它因为它不是那种很浓稠的那种酸奶，是、嗯、反而就是我觉得像乳的饮品一样，就很好喝。很清，但是不会像那个就是纯牛奶那么就是奶味那么。我个人更喜欢喝酸奶多一点。嗯，我也喜欢喝酸奶，因为我真的是纯牛奶不能喝。对对对对，喝不得，我乳糖不耐受。这种就是什么？你早上在吃早饭的时候，比如说配我们这一个面包，就嘴巴没味道的时候喝这种酸奶会比较的好喝。特别是在你什么吃完大鱼大肉之后，嗯，你来点酸奶消消食，消消食，这款就很棒。是的，喜欢佳琪姐姐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我们的北海牧场马上加货给大家，不用着急。69块钱一十二杯，真便宜。对的，而且它是有三种口味，一个水蜜桃味，一个草莓味，再加那个一个原味给到大家。是的，加好喽，大家自己去拍哦，拍立减不需要领取优惠券，还有7000瓶，数量填一，69块钱到手12瓶。它其实在我们线下的话，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它线下基本上都在13块钱、12块钱、13块8毛钱左右一瓶。对，一瓶。我们今天只要5.75块一瓶，真的就相当于直接多少折？直接5点几折了。真的5.5折以下的。对的，都有可能5折以下，因为有的时候线下门店比较的贵。对，好吧，我们这相当于5折以下，而且日期保证大家新鲜。嗯，日期绝对保证大家新鲜。还有最后的1000瓶哦，我们的北海牧场最后700份。我们只能再加最后的5000份，没有了就没有了的啊，没有就没有了。好，所有女生，我们只能再加5000份北海牧场，所以你们想要买的话，赶紧去抢，好不好？嗯、我们再加5000份，来，是的，下面一个我们的生活类产品就要来咯。我们先来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的生活类产品有哪些？我们会有倍制的小奶瓶冲牙线，以及 Joseph 的一个健康的分类带刀菜板，以及我们的 Fluss Spa 的一个香薰蜡烛，还会有到的是美门。Mandbridge 的一个毛呢大衣，以及 Lovo 的罗莱四件套，还有 Sensila 的小花熊刺绣羊羔毛外套，以及我们的美妆会有到的是牛油果紫苏水乳套装，是我们的黛珂，以及我们的 Nivesis 的一个精华安瓶，还会有花西子的一个陶瓷口红，以及绿野芳松的玫瑰橙花的纯露的面膜，以及寻慧姬的保湿喷雾，还会有我们的那个瑞波晴的急救净痘精华。然后9:50我们还会有到的是花西子眉笔的福利，嗯，好不好？还会有花西子眉笔的直播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下面一个我们的倍制冲牙线来了，来演示之前，我跟你们先说一句，还有多少人没有买过冲牙线？扣一，没有买过，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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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投票。对，
为了他，我要给你们投个票。但我觉得他是人品应该是多的，因为我做了牙齿哈，我是真的知道牙齿的，就是保护和牙齿的重要性。嗯，来，我们投个票。我跟你们说，这个绝对是有很多人没有买过，应该很多很多人都说佳琪这个我买不起，或者我不想要花这个钱去买这种东西。我在箍牙之前没有这么重的意识，但我箍完牙之后，哼，是不是？是我推荐给你，真的是要买，对不对？实在是舌头太累了，我就没有。太累了，舌头就一定要用这个，会快速一点。你就是不要把这个话说那么的真实，我们稍微委婉一点。你是女生，是准备好了，我们要投票，放弃了。好了，来投票，左上角来喽，来喽。今天用牙线，没有用过冲牙线。我跟你们说，试试看。你敢相信？那个小朋友的，你敢信吗？你看，当然真的，因为这个东西还是一个比较偏小。重的东西不能少，重就是还没有到那么普及，对，就是没有到全家普及的一个产品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应该今天晚上卖不，就是不够卖。我看一下啊，我们一共今晚上只有16000套，现在已经有20000多个人。我们一共只有8000套。哦，一共只有8000套，对不起。哦，那开始吧，我们不用到，还投什么票？为什么叫做小奶瓶冲牙线呢？因为当你不用的时候，它这边会有一个小小的奶嘴塞头，它其实把它塞住的。嗯，它这边是磁吸的，所以大家换刷头的时候都非常方便。没错，然后所有女生，这个是全家三口人，你只要用一台。对，你只要买一台。为什么啊？首先，美们，牙齿的护理非常非常的重要。现在看个牙科医生的贵到不行，而且现在大家一般都会用从什么一般的牙刷，对，到用到了电动牙刷，然后到用到了牙线，一些牙周护理的一些产品，是，到很多女生美们，就是精致女生的家庭里面都在备水牙线，和去看过什么牙科医生的人都会备水牙线，因为我们日常刷牙那个毛刷是刷不到牙齿跟牙齿中间那个缝缝里面的，可能有40%的死角盲区，大家是没有办法用牙刷刷到的。但是呢，你用牙线一直去剔、一直去刮的话，就很容易干嘛？就是把牙龈搞破血。对对对，真的就搞流血。因为我也是，就是做了牙齿一期了之后，就是牙齿塞的肉塞在牙缝里面吃之后，我就用那个牙线这样刮刮刮刮，很容易把牙缝就牙龈搞得很痛，而且容易流血。对，那这一个跟大家说一下。它不仅可以清洁你牙齿里面的脏东西，是，同样它还可以帮助你冲洗牙菌斑，对，以及预防牙结石的生成，为你的口腔健康建立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环境。而且哦，这一款它的颜值真的巨高，我们来看一下颜值先。可以，颜值真的高到爆炸。第一个小巧，不会说那么的大。对，因为很多人说家庭那种水牙线特别大一瓶，我不想要买太大一瓶了，我都就是不方便携带。第一个这个可以携带，第二个这个可以家用。美们，这边会有到一个开口，开口这是第一个装水。第二个，我们这个地方还会有一个开口，就是下面你一拔开。美们，这一些死角处，包括这边的死角处的水垢，你是可以清洗的很干净。因为很多的水牙线品牌，它只有一个开口进水，对，所以它里面是很难洗到它那个死角。因为要进嘴巴里面，还是要水源，也是要健康，跟它的本人的一个容器要健康，不要有那些水垢在里面，和不容易有霉菌在里面。所以上下开口的设计，可以让它的一个清洗更加的快速。然后这一款里面是有5档模式，第一档模式，所有女生，第一档。第一档模式，这里面装了水，我用这个来给大家看一下。第一档模式是净爽模式，第二档模式，来，第二档模式是护龈模式，还有敏感模式、柔和模式、标准模式等等等等。所以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就是用法来去用。你知道这个可以就是，我跟你说，以后就是比如说就泼水节干嘛的，我们就用这个，好不好？就不要去买水枪了，这个比别人那个就是那个水枪威力要大。对对。一文姐，准备好了没有？真的，我跟你说，有这么远。从三楼。你相不相信？我老板。远不远？我跟你们说，起码有3米的距离。一文姐整个湿掉。一文姐卸妆了，冲击波应该有3米的距离。这真的，我跟你说，净爽模式非常非常的厉害，这个超级好用的，你们一定要买它，好不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本来就有4个喷嘴头，我们还会再送。4个喷嘴头是本来含有2个标准头，是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2个标准头，而且你知道他们家多贴心吗？这里标准头做好了，颜色都帮你们把异色做好了。刚刚什么意思？这个头给你老公用，这个头给你自己用，是，然后老公用完啊，拔下来，把它这个
自己的头扣上去就行了。它会有到这样子的一个那标准头是有到异色的一个区分，然后包括还会有这样的，给你们看看这个刷头，这个就是牙周斑的刷头，对的，牙菌斑。比如说你牙齿上面有很多的垢跟那种斑，你就用这个去磨，对，用这个在你的牙上就这样抛光去打磨它，要把牙菌斑都可以帮你清洁得很干净。然后还有这个像一个什么，像一个点读笔一样，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一定要买，看到了没有？这个像这个。这个我刚刚晕染刷，像晕染刷一样，你就可以直接就是在比如说你箍牙的时候去用。对，这里就是专门的正畸刷头。是的，然后我们还会再送大家四个标准刷头，四个标准刷头，因为标准刷头是用的比较多的，对，所以你要勤更换，好不好？大概就是半年左右更换一个，半年左右更换一个，所以我们会再送大家四个标准头，好不好？还会有到的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有这个。这是怎么说，就是大家可能日常这个都是往嘴巴里放的东西，是你可以放在里面去做清洁，去做清洁，去做消毒， UV 杀菌，还有我们的漱口水，对，还会送大家便携的漱口水，是的，好不好？清楚了没有？真的很划算。你知道这个产品我半年前就选了，我选中了的产品，结果半年后才上，为什么？我花了半年的时间讲活动，我花了半年的时间讲价格，天猫店铺价799一台，他们老板说佳琪我真的没有卖过699以下的价格，是的，他说我们都是699-649的价格最多了，他说真的我们自己给到549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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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难得，渠道没有过这种价格，真的没有过这样的价格，双十一买的649，对不对美们？我跟你们说，对不对？我跟你们说真的，李佳琪因为谈这个价格我谈了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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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到手，再送四个刷头和我们的这样的礼包给大家。对的，领250元优惠券，数量填一；领250元优惠券，数量填一。两个颜色，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去选。是三二一来了。然后也要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们刚刚有开机，大家应该是听声音就会发现，它的声音不大，它的声音声贝是平均声贝是46，它的声贝非常非常的小，它的就是那种噪音不会很强的。对，这个是那个下架啦。全部加货，我们全部加给大家，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多多关注。是，一共有五种清洁模式，比如说净爽型，就是比如说 你第一次冲的时候你就用温和型，好不好？敏感型、护龈型、柔和型，这三种大家初次使用的时候都可以使用。要不你教大家一下吧。好的，依文姐要不要一起啊？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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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们就快速，它侧边是有一个可视水箱的，最大是180毫升，所以一般的女生其实一次冲牙加一次水就行了，够了。然后大家是这样的，你提前先选好模式，又下架了。提前啊，对不起，没有了。提前选好模式，打放到嘴中，放到嘴巴里面，对，然后把嘴巴闭住，然后对着你牙齿不舒服地方冲它。嗯，问一下老板可不可以预售？冲它，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菜肴和很多哇哦，这个太多了，我这个雪花酥整个出来了，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就是你可能太恶心了。我跟你们说，你们自己看，你们自己看自己不会觉得恶心，你们回家看，我跟你说特别爽，对，非常非常的爽。我跟你说，昨天吃的东西都已经会出来的，好不好？清楚了没有？这个真的没有办法了，好想买没有货了。如果运费是999的话，就不要买，可能当地不能发货啊。嗯、可以，老板问他们老板可不可以再加一点点给我？我们问一下。应该没有8000吧？他们自己是5000的月销，我们应该怎么的卖完了8000个，应该是12000个，现在只有9000加月销。嗯，我们问老板，稍微等我们一下，给我加货。我们去问。好，来下一个 Joseph 来了。那我们亲子姐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 Joseph 的一个健康菜板。是的，分类菜板。嗯、这是准备的食材，我先把主品给大家递上来。那你们两个播吧，好吧？你们两个比较适合讲这个。啊，看上去很居家吗？我们三个月的时间就谈为了谈活动，嗯，好不好？三个月时间我们就为了谈活动。这款真的是你家一直在用的。Yes， 而且我跟你们说，这个是真的。很多人说佳琪，我想要他们家菜板，我想要的急。然后我们谈到了这个价格，我跟你说，真的也是很难讲下来的价格啊，好不好？好，那亲子给大家来详细说一下。谢谢大家。
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跟大家介绍 Joseph 那个彩虹碗，就是那个九件套，就是那个烘焙的碗啊。所以这个呢也是应很多美眉的要求，说希望能够提升我们厨房的这个健康程度。因为平时家里基本上都会用一个菜板，可能到底了啊。我切生食、切熟食、切蔬菜、切瓜果都是用一个砧板。那一般像我家里以前是那种木头的，就可能会容易有细菌的滋生，对的，或容易有霉变。所以呢，这个 Joseph 它主要起到的就是一个分类的作用，而且是砖板砖刀，看到了吗？它上面其实是有这样的小的符号，对，就比如说这个是我们往肉类，它就可以这样。就可以把那个突出那个好好弹幕啊，可以可以可以啊、嗯，这边就是肉类分类，然后这边就是一些蔬菜类，蔬菜水果，对，这边就是鱼类，还有一个拿起来熟食类，是我们取出来跟大家先看一下啊，就这个你看放在平时厨房里面，它完全不占地方，然后呢造型又非常的好看，很美观。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红肉。那切肉的时候我们用到的、嗯、然后包括对大家看一下这四周呢会有个 0.8 厘米的一个凹槽，对，这个就是我们买肉的时候沥一些血水会比较的方便一些，它不会搞得我整个桌面上到处都是脏脏的，对，今天当心、啊、好当心，这个就是配到的是我们红肉专门的这个刀具，是对吧，是啊，对对，那我就啊来跟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刀的这个锋利程度、啊、是你应该是经常做菜的我经常做，非常好非常非常好，那跟大家看一下，好锋利，主要就是看这个刀口，它其实是很锋利的，那对不对？它不会让来跟大家切一下肉有那种翻开呀、啊，然后就一刀下去，对，就可以切开。跟大家看一下，就刀是很锋利、哦、很好用的，而且菜板也很好用。好，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红肉的，我们需要到的。单独的一个砧板，另外接下来呢还有就是这个蔬果类，是这个绿色上面小的标记呢也可以很好的看到，包括旁边它也会有一点点凹槽，但这个凹槽呢会比较浅、嗯、这个就比如说切一些水果的时候，包括小番茄呀，包括一些汁水比较多的一些蔬果，对，像橙子、那个、水就不会流出去，不会流到那个桌上到处是，对应这边是绿色的刀，对，它的后面有绿色的啊，后面有绿色的、然后呢这边就是有到 Joseph 的 logo， 有，好，看到了，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让李佳琦表演一个啊！不不不，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花朵，你看它其实切的很快的，很快，这么厚的橙子哎，对，皮很厚，皮很厚，是的，刀很锋利，所以妹妹在用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这边脚挡住了，再切一下，好，你也注意安全、啊，可以，当心。它真的切得很快的，速度非常快，刚刚单手操作，嗯，对，我就还没有粘到这个砧板上，嗯，对，这是我们的砖板砖刀，也不会说溅得满桌都是，对的。好香哦，这个橙子，这个橙子你买的也太贵了吧？你是你们就不能用一个那种啊？当心嘻嘻，姐妹们，当心嘻嘻嘻嘻。道具实在是找不到道具啊，实在找不到这么好的橙子了。好，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是第三块砧板，是鱼类的砧板。哎，让我们的摄像小哥推一个近景，看到这里它会有一些凸起的一些防滑颗粒。是因为鱼的话就容易跑动，容易滑走。容易跑动滑走。来，我们来一条鱼。然后鱼还会容易自己动。你看这个刀是不是超好看？很害怕。哎，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刀很漂亮？是，这个刀真的很好看，造型非常好看，每把刀上面都有到 Joseph 的 logo。嗯，好，来，当心鱼肉。这个鱼呢，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切的时候，我们有担心到这个会滑动，那它就很好的一片一片，是把防滑。对的。菜板上会有这样子的凹凸的小颗粒的防滑带，是的，就是整个细节做的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一个食品级的树脂材料，它是。嗯，不需要保养，也不容易开裂的，而且自带的就是有到防霉的一个功能。对的，所以不用担心它会滋生细菌，因为它是食品级的树脂的这种材质。然后呢，我们每次用完之后，建议大家就是把刀还是要洗一下，是的，然后把刀洗干净了之后用纸巾擦干净。好，然后还有这个。这个就是切熟食的，那平时有时候买回来像火腿呀、或者说平时像一些我们想要吃到的一些肉类。好，还有。这个是可以干嘛你知道吗？嗯，就当做那个是水立板啊，对，可以的，把杯子就洗干净了放这里立水用，对的。好，然后跟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呢是专门切熟食的这个刀具，那我们每一个配到的砖板砖刀、这样子动作很吓人对，它有一个白色的这个点，悬空一点啊，对，那跟大家看一下，来喽，大一点有、放心，大一给大家准备了，嗯，我们这两天会给大家准备很多，对，然后你看这个火腿上面它其实有这个薄薄的这个外衣，对，但是它你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刀切的非常非常的好，对、切的是非常好的，是的，多少钱啊？这个这个买回家就是那种幸福感就来了，对，好不好？这个真的是我们帮大家讲到了，活动就非常非常的划算，对的，美门天猫店铺价499一套，很多妈妈就是望而却步，
对吧？觉得太贵，确实很贵。你知道庆子姐她买他们家那个彩色的那个碗，彩虹碗，她说太贵了，她说她考虑了很久，还是买回家了。然后对，还贵，我们直播比我们直播还贵。然后我们这个真的是三个月前就开始给，让他们老板给我们这个价格，然后他一直谈。然后一直备货，备到了现在就只有一万组，就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要今天晚上趁现在把它拿到。嗯，彩虹碗什么时候有啊？彩虹碗什么时候有、啊？红姐，一月份我们会帮大家再上他们家彩虹碗的、嗯，好不好？准备好了没有？所有女生，天猫店铺价499，加你们到手价领170元优惠券，329。三二一，来喽 ！Joseph 的产品来啦！因为它确实在海外比较火，因为它的整个的外观的设计获得过很多的大奖。是的。然后我跟大家看一下啊，我先把这抵住，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底部。对它这个也有沥水的这个功能，也所以就不用担心说里面会容易有霉菌或者是闷在里面的感觉。对。来，全部加吧。好，没问题。因为现在大家提倡健康嘛，就是我们吃到的很多的一些食材，我们尽量分类就能更好。没错。而且它全部这个都是食品级的材质。是的，树脂材质，不容易裂，不容易烂，也不需要保养。但是啊，我多说一句，就是因为它的每一块板，就是你去切它的时候，它一定会有划痕。嗯，像我们用到的木质那种砧板，都会有划痕、它也会有那种划痕。是的。所以如果大家切了一些肉之后，发现上面有划痕，美眉就不用担心，这是正常的现象。是的。嗯，因为砧板都会遇到这种划痕的情况。没错。嗯、喜欢佳琪起子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吧，加好货了，还有2000份。还有2000份，谢谢大家支持，大家可以继续抢这所有的货，对不对？这所有的货、啊、卖完了就没有了啊，卖完了就没有了。这所有的货，冲牙线已经没有了，我们在踢人。他也在限购过3天了。加货了，冲牙线预售几天？7天。预售7天，我们加了3000个备制冲牙线，赶快去抢啊！还有1000个冲牙线加好了预售。好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哦，我们的砧板好像也快没有了，好吧？那就这样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面一个。下一个也是提高你家庭幸福感的香薰蜡烛来喽！是的，对，这个真的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喜欢佳琪，记得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如果你觉得我的直播间选的产品是真的比较有品质，而且很好的产品的话，你就可以买一买啊。嗯，还是大家家庭需求为主。不要乱买东西哦。是的，因为佳琪还是觉得我们在做直播的话，还要挑选全世界各地的一个精品，一些好的产品，不只是说做在价格低，9.9元，我不要做这种东西。对，所以大家也是理性消费，快乐购物，买你需要的东西，好不好？对，佳琪直播间东西可能比较贵，但是我们其实活动率是很划算，很划算。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这类的产品比9.9元的产品涨价更难。对，如果那个东西我们能上，我们那时候那个价格同意的话，对，我们早就上了。比如说，就是他那个时候老板给我390多，对不对？好像是，我记得好像379，一直在还。老板379说可以立马播，我说不行，我说我一定要329，我答应了所有消费者说我要300出头的价格，我说你319给不了我，你329我最多最多的底线。然后他们老板真的考虑了3个月左右，他们就说了，来吧来吧来吧，播吧播吧播吧。好不好？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理解一下啊。佳琪直播间跟别的直播间不一样的啊，好不好？因为我们比较喜欢的是有生活品质，而且稍微有一点 top 级别的产品。因为我不想要做，就是大家买回去说啊，我花了钱还很烂的东西或者用不到的东西，我不想要做这类的东西。如果有些产品是性价比高的，我们也要求它一定是在整个行业里面 top 的那种。对的，嗯，评价不可能说性价比高我就做，因为性价比高不是产品的 top 级别，我也不会去做，因为没有质量保障。是的，好吧，好了，所有女生，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叫做 Fluss Bath 的一个产品。这一款产品的香薰，我跟你们说，他们家是用天然椰子精油做成的香精，所以它温度高的时候会有轻轻的就是融化。对，就比如说，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之前夏天有给大家选过。是，然后我都不敢播。有一点融化。你知道这个在我们直播间，在我们仓库里面已经待了好久好久，因为它夏天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层浮油。是。就是浮油。就是。就感觉像猪油一样，在上面浮了一层。有一点。对，因为你知道这个是用到的天然的一个就是椰子精油制作而成，所以它在夏天比如说那种很闷的包裹里面，然后很闷的那种卡车里面运输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就是融化的融化，所以很多人我怕很多人会不知道为什么我买回来的是融化的啦，这个蜡烛也太烂了吧，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冬天做直播。提前跟大家说啊，我就把它挪到了冬天来做直播。所以如果你们买回家，因为每个地区不一样，包括现在发三亚，现在发广东，可能天气还是比较的偏热，那在那个仓库里面会闷的，所以它可能还是有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融化。对，但是一般啊，什么上海啊、
武汉啊、湖北啊的那种地区，南昌啊什么地方，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不会有那种浮油的出现。我跟你们说，他们家的味道真的好闻到不行。对，我们选了五款，你们一定要买他们家的雪橙味，好好闻，好闻到爆炸，不能说死掉啊，好闻到爆炸，开心好不好？我跟你说，真的爆炸，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爱它。他们家的枸杞与那个雪橙味 是清新的酸甜，里面带了一点点雪橙那种，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柑橘的香味，柑橘的香味就是让你很清新、很醒脑，而且就是你知道，整个房间充满了那种芳疗的感觉，是就像那种就是 SPA 院里面那种感觉。你知道他们家的产品是很多的 SPA 美容院，他都会去买回来，自己采购回来，然后点了之后给那些就是顾客的时候，在做 SPA 的时候那种愉悦心情和放松下来，就是让你感觉一秒钟把你带到了热带果园的感觉。对，这是第一个味道我要推荐的，枸杞与雪橙味，超好闻。第二个味道，法国杜松与薰衣草，这个味道比较偏什么？偏安神为主。如果你是一个睡眠质量不太好的人，你就可以在睡觉之前，你肯定要刷个十几二十分钟的手机，是，你就把它点在旁边，就十几二十分钟熏一熏，或者你洗澡之前把它在你的房间里面点起来，是，然后大概十几二十分钟洗完澡护肤完了之后，你再回到房间里面，你就把这个盖子盖上，一定不要吹，盖上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慢慢的放松下来，要玩玩手机就开始入睡。这味道伴随着你入睡，因为雪松这个味道跟那个薰衣草的味道，它会比较偏木质调为主，对，所以它会让你整个房间里面的温度是那种，就是感觉那个气氛是温温的、暖暖的那种感觉。这个味道特别适合冬天，是啊，听清楚，法国杜松以薰衣草很适合冬天。然后所有女生，我要给就是中性女生和男生推荐一个味道，叫做菠萝的海琥珀。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跟你们说非常非常好闻，海琥珀，琥珀香就是代表着一种荷尔蒙的感觉，是菠萝蒂啊，菠萝蒂海琥珀啊，菠萝的海琥珀，菠萝的海琥珀是菠萝蒂海琥珀，所以它就代表了一种，你知道，就是那种，我好好闻啊，有点奶味，就是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我刚刚说那个词叫什么词，我一下就抽住了，又忘记了，想想啊。荷尔蒙，我说这个琥珀的香调是很多的香水品牌把琥珀放到最后，就是把那个荷尔蒙，把那个高度，把它就是熏出来。是是是。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味道就是，你知道它的琥珀作为主基调，它甜的同时还会带一点点的奶香味。这个味道我跟你说超级超级的好闻，而且它还有檀香。这个味道就比较偏中性型，就男生女生都可以点，它是极其适合冬天的一个味道。还有最后一个味道就是荔枝味。清新小女生可以买一买，他们家荔枝味，荔枝味巨好闻，荔枝味就是很清新、很少女、很，你知道，就是酸酸甜甜，就是有点像初恋的味道。对，有点涩，然后又有点甜。我的初恋是这样子的了。你的初恋是有点涩，再加有点甜，有点苦涩，苦涩，苦涩，苦涩啊！不要只说一个字，有点吓人啊，好不好？所有女生准备好了没有？天猫店铺价138一瓶，佳琦直播间到手。88一瓶，两瓶156，买一瓶我们会送大家一个这样子的灭蜡烛的一个这样子，它是一个灭烛器，就是你直接就是不是一个火嘛，你就把它整个放进去一盖它就灭了，然后你就把它放在旁边，就是有那种仪式感，仪式感不能吹、熏香的仪式感啊，不要吹，很多人说啊我要睡觉了，啪，一股纸烧纸的味道就出来了，睡觉整个不快乐哦，好不好？所有女生买一份领50元优惠券，买两份领120元的优惠券。是三二一，上链接，先抢雪橙以及薰衣草。对的，拍立减，拍立减哦，不用领券，拍立减。对，买一份和买两份，随便你们自己选。买一份送一个，买两份也送一个，因为这个是可以一起用的。是的哦，我还有一个味道没有介绍，叫做那个末世花啊，末世兰，末世兰就是兰花。的那种味道，就是那种你知道很端庄、很沉稳、很优雅的女生，对，就是末世兰可以给妈妈买，可以，末世兰可以给妈妈买啊，干净的感觉，然后包括其实这个蜡烛它上面的包装也特别好看，好看，它是有这种浮雕的感觉，对，浮雕的感觉，来我们加下货吧，看到了吗？这个好好看。是的，我们加下货给大家啊、哦！谢谢你们的支持，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是每晚8:15开始，我们。11月30号晚上会有母婴节的一个小专场给到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来多多关注我们的母婴节。是的，大家多多关注明天后天8:15，我们会有我们的母婴小专场。是的，加好了，我们的香薰蜡烛加好喽。
燃烧30个小时左右。是的，我们的香薰蜡烛加好啦，赶快去抢，因为我们就熏香的话，大概就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一个环境里面就差不多了。你可以用半个小时，然后用这个灭掉之后，它其实会有余香在你的。雪橙味没有了。对不起，雪橙味没有了就没有了，所有的货，好不好？雪橙味没有了就真的没有了，这是所有的货，你们赶快去买薰衣草跟琥珀吧。都挺好。对，你们可以赶快去抢薰衣草跟琥珀这两个味道啊！怎么选择两个不一样的味道？分开加入购物车，一起去结算就行了。对，因为是拍立减，所以大家不需要领取优惠券。好的，薰衣草也没有了，那你们就赶快买啊，荔枝加琥珀吧。好的，好不好？就随便你们自己去搭啊，随便你们自己去搭。喜欢佳琪姐的都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好喽，那我们的这个产品介绍完了之后，我们下面一个就是我们的 Manda Bridge。来喽 ，Manda Bridge 来喽，2020年冬季新款的毛呢大衣来了。Manda Bridge， 它一件是重920克的一个，就是很扎实，很扎实，上身其实是有分量的。好看，这个好看，很干净，好看，还有黑色。这个过年和圣诞节啊。好看，这也好看的啊。这个好看，我过年圣诞节我一定会穿这个，我圣诞节就给大家穿这个。有趣。真气好看，真气穿这个就好看。你们就是把最难的给真气穿，你们真的是。不是，就只有真的好看。真的好看的，我穿都好看。我跟你们说，格子，我非常非常爱格子，我超级爱格子，我爱格子爱的不行。这个品牌是韩国百家好集团旗下的一个时装品牌，他们家就追求人生的人生与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的一个连接。对。然后这个的一个小设计就是，所有女生她的扣子都是内扣。对，它其实上面是有这样两个牛角扣的，是，然后它这边的话都是内扣在里面，然后这边的牛角扣的话，扣起来的话，这边看你就看不出来你扣了扣子，对，哦，但是其实已经扣好了，你可以敞开穿，你可以扣着穿，都可以啊。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同事的穿搭效果，可以，然后给你们看一下他们穿搭之后的一个上身的一个效果啊。好的，来看一下妻子姐穿的。好好看哦，就是很干净的感觉。对，校园青姐，你一下子年龄拉低了5岁，绝对有不止，好不好？就是里面搭一个这样纯色的一个高领毛衣，搭一个比较偏运动的这个裤子，然后搭一个运动鞋，就是那种干干净净的、很清爽的一个感觉。穿上身的话，然后我们的 Yuki 穿的会比较的偏学院风的感觉，对，穿个小衬衫是，然后穿个百褶裙，然后穿一个帆布鞋，把袜子穿高一点点，就这样子的话比较偏学院风，是不是？很薄吗？不薄，它一件有920克。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颜色，来了。下颜色真的就是很适合大家，其实年底了，你需要有一件啊是好看的红色，就是你知道这个好看的点在哪里吗？在于真气配了一个千鸟格的，就是那种你知道绒绒的，就是短裙、半裙和那个靴子，然后导致这一身非常好看，导致就是这件其实说心里话，挂上呢可能不太显眼，但穿上身真的好看，就这样，会很喜欢哇。给红包的那种，是不是很棒哦？你们就学着这样搭配，就干干净净，颜色不要太多，就黑白红三个颜色，不能再有多的颜色去跳。就是你穿一个亮色打底，穿一个有格子、有那种设计感的一条裙子，或者是那种裤子，然后穿一个高的靴子，这样搭很好看。好，我们还有一件颜色，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个颜色。好，我们要不把镜头可以再转过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细节。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啊，所有女生这边的话，我们也会有到就是扣子，它的扣子是那种琥珀的感觉，它的扣子来帮我们聚焦一下细节好不好？可以。来这边聚焦，我们扣子上的一个细节，也是这种琥珀的一个感觉，就整个跟衣服的质感非常非常的搭。是，然后包括它其实这个领口是这样子的翻领设计，是很经典的羊毛大衣。是的，其实大家久穿都不会出错。没错。我跟你大家说一下啊，所有女生，天猫店铺价1690一件，佳琪直播间帮你们拿到了，真的730，比双十一价格还要划算。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件比较偏中性风的一个，就是深色，它那个颜色很特别，就是紫色，就是那种深紫蓝调为主的一个紫色，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就很精脏，是对吧？很精穿，很精脏，而且格子我跟你说真的不过时，格子真的不过时。好，来我们回来吧，我们来说一下啊，这个面料82%和85%的绵羊毛，对，它其实都是80以上的羊毛，所以保暖程度大家可以放心，完全放心。然后所有女生内衬是聚酯纤维100%，给大家做了个100斤以下穿 S 码，100斤到120斤穿 M 码，120到130穿 L 码，130穿 XL 码，你准备好了吗？3 2 1
来喽，上链接喽，大家可以直接去拍，根据我们下面的尺码推荐选择对应的尺寸。是的，领960元优惠券来喽。是，其实我们这次选的几个颜色都是不容易过时的，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没错，谢谢大家的支持，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来，我们来再看一下，还有一种方式。穿法，比如说北方女生，对，怕冷的女生，单独穿一件大衣会有一点单薄，你就可以像这样穿，把羽绒服套在外面，对，穿一件大件的羽绒服，把你裹在里面，也会有层次感，就羽绒服也不会那么无聊。是，然后这件衣服的长度，其实我觉得小个子女生你其实是可以穿的，可以驾驭的，小个子女生是可以驾驭的，因为他们刚刚都没有穿高跟鞋，没有，都是穿的运动鞋跟一点点跟的靴子，他们都没有穿高跟鞋哦，好不好？我觉得女生是比较矮个子的女生或者是小个子的女生，你们就搭配一点高一点点跟的一个靴子啊，或者是那种运动鞋、老爹鞋之类的也是可以搭的。是的，哎，有两个颜色断了。啊，所有的现货，来我们家预售吧。没有，没有预售啊！我笑的，今天好像坐飞机下来真的是耳朵不太好了啊，稍微有一点。没有预售，那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件， Sorry, 对不起大家，没有了，这所有的现货，这所有的现货，不好意思，这个连预售都没有。我们一会儿可以还有一件外套给大家准备，嗯嗯，也可以看一下。那件外套比较偏年轻。对对对对对。好了，那下一个了，我们的 Lovo 罗莱来了，好不好？美们，三件套、四件套来了啊！你们要赶紧抢一抢了吧啊！好不好？磨毛四件套、三件套来了啊！这个真的，你们再不抢到，就真的后面很少有货了啊！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疯狂买磨毛四件套、三件套，好不好？罗莱集团旗下的 Lovo 来喽！来，我们把我们的直播间转给亲子姐。对 ，Hello， 亲子姐 ，Hello， 是的，接下来大家看到的这个是罗莱家纺旗下的年轻线 Lovo， 因为 Lovo 这个品牌呢，它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新锐设计师，然后都是获得过很多大奖的。这套其实看上去觉得，哎，真的很温暖。是的，全棉磨毛的四件套，而且它是双面的。嗯，双面的。我们外面这一面的话，它是有一点像什么，像就是那个绒拔加在了外面的感觉啊，对对对，它会有一点点的小设计，我们来聚焦一下，给大家看看这个设计，对，好吧，我们聚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纯色的布格子的一个纹路，然后上面还加了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白色的须须，我觉得就有点像那个鹅毛，点缀鹅毛感，对，然后或者是雪花感的感觉，对，所以这个的颜色会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所有女生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把它翻过来好不好？好，我这边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所有女生它里面是另外的偏浅一点点的颜色的格子，对，这个是用的格纹，我觉得就很像刚才蒸汽穿的那个千鸟格，是，就是你可以把它就是正盖，就是想要颜色亮一点就正盖，对，如果想要格子那种感觉多一点点，你就可以把它反盖，过来，相当于买了两床，不一样的就是四件套，对的，而且我们今天呢是有颜色可以选择，包括比较暖的这种橙色呀，没错，蓝色还有黄色，全部都是 A B 版面，而且你接触到的地方全部都是全棉，通过了这种磨毛机的这种工艺，所以其实你摸到那里的时候，因为有些全棉还是蛮冰的，是的，这个就是上面有一点点绒绒的感觉，但是不会很厚，嗯，就是微微的磨毛，就是让你睡进去的时候会不会怕冷，对 对, 对，然后还有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你们一定要买这个颜色，这个鹅黄色真的好好看哦，嗯，我觉得妈妈应该都很想要自己的宝宝床是这样的颜色，嫩嫩，对，就非常非常的嫩，然后包括男生我觉得你也可以买就这样子的水蓝色，嗯，或者是这一种有一点点偏就这一个就偏湖蓝的感觉，对，就这个是亮蓝，这个是水蓝湖蓝的感觉，所以这两个颜色我觉得男生是可以盖的，嗯，对吧，然后还有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有点樱粉色或者是蜜桃色的一个感觉，好吧，我们颜色有很多可以去选择，而且磨毛的工艺的四件套跟三套，它盖到上它会很保暖的同时，它的排湿效果也很好，对，所以大家可以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是有权威机构认证的一个产品啊。来，我来说价格咯，好不好？我来说价格了啊。天猫店铺价，所有女生1.2×1.5米是三件套啊。对的。天猫店铺价399，1.5×2.3米是四件套，天猫店铺价是400多，然后1.8×2.4米是那个就是400多块钱一套。佳琪直播间到手三件套299，1.5米床的四件套是369，1.8米床的四件套是389，给大家只要领取100元优惠券，每一个无论是三件还是四件套还是大床小床，都是减100元优惠券，好不好？准备好了没有？3、2、1，来喽！别撞到了。
没切过来，来切过去了，来喽来喽，大家记得领取好一张100元的优惠券，1米2的床三件套带给大家是299，1米5四件套是369，1米8四件套是389，没错，好不好？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家庭的床品需求去购买啊。对，颜色很好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来选择。他们说佳琪快给我们上罗莱的绒毯，再生产。好吧，来不及，已经是搞不赢了。他们老板都已经卖疯掉那个绒毯，我们每年都会上的那个绒毯，对，那个绒毯巨好盖。我今天我从那个就机场一回来，我就是盖那个绒毯，好不好？特别特别的舒服。来，所有女生，七号，所有女生，对，那个绒毯七号在排，12月7号，绒毯12月7号，好不好？没错，绒毯12月7号给大家。他们说没有优惠券，没有减100，是没有了，都没有了。我的天呐！美们马上加券，你们要领100元优惠券，券已经被领完了。真的，我跟你们说，这个价格很划算。我们马上再加啊！我们马上加券，我们马上加券，大家不要着急，马上加券给大家。是，因为真的很多人都要等着买三件套、四件套。这样，我们这边又弹出来，大家可以点击屏幕这边领取。对的，也不行啊。弹的也被领完了。哇哦！那抓紧。好的，那我们马上帮大家加券上来啊！点进去。可以了吗？大家不要领前面两张，往最后的方向，往后面几张券领，好不好？往后面几张领，领好了，我领好了耶。来，大家点开12号宝贝链接，我来教一下大家。来，12号宝贝链接，点开链接之后往下滑，我们去到详可以减券，可以减了，可以减钱的。点击第二张领取成功，第三张也可以领取。对对对，第一张已经被领完了，所以赶快领下面的优惠券，可以好不好？可以减的，我可以减的。可以的，可以减的吧？对不对？应该是可以减的，没问题的啊！赶快去抢，赶快去抢，因为太多人刚刚在领那张券，所以可能系统卡住了一下。好的，还有最后的14000套哦，我们的14000套还有最后的14000套，13000套，大家自己去拍，我们一共只有22478套。对，颜色就这么多，而且要分摊到不同尺寸，所以有喜欢的颜色就抓紧时间买了，因为尺寸也有3-4个，然后它颜色也有很多，所以大家赶快去抢了哦，好不好？谢谢大家，喜欢佳琪记得多关注李佳琪直播间，多多关注。好啦，话不多说，我们下面一个产品 Sensila 的小熊刺绣仿羊羔绒外套来了。是的，来了来了，这件我很喜欢，这件颜色我跟你说真的好看，就是我就是因为这个颜色来选它，因为它给的价格也很划算。是，我们来看一下背面，来了，整个我跟你们说细节做的也很好，它是一个对的花花小熊，然后这边的袖口的地方也是甬道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拼接的一个材质，它是用灯芯绒的 logo， 灯芯绒的图案，灯芯绒的一个袖口。是，然后这一件跟大家说一下啊，他们家是主打一个无性别的品牌了 Sensila， 他们家就是男女生都可以穿，就是穿上身上就感觉特别特别的年轻活力，而且你整个人都是亮的。什么意思？就是很多的颜色看上去你整个人是很凶或者是压抑，但这个颜色整个就是亮起来跟提起来的，我觉得是一个让别人一看就觉得哇哦，好清新的搭配风格，穿衣风格的感觉。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同事上身的一个效果先。来，其实这个帽子是可以脱卸的，我们 UP 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你脱掉帽子之后，单独的一个这样的外套，那蒸汽它就是戴上帽子它其实会有一点层次感。是的，这个湖蓝色真的好好看，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它是宽版型，就是会帮你藏一藏肉。对，好不好？好看吗？版型是不是很不错？对的，两个人的搭配方式也不一样，就是蒸汽搭的是工装裤，就是比较偏那种宽宽松松那种工装裤，然后搭的是横条纹的，然后我们的那个 Yuki 穿的是一个背心，然后我们穿的是牛仔裤，你其实里面搭一些比较亮色的，搭一些纯色都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搭一些亮色跟搭一些纯色都没有问题，是，好不好？都可以这样去做好穿搭。然后这个的话，跟大家说一下啊，面料是100%的聚酯纤维，它的帽子的材料是87.9%的纯棉，然后它的那个12.4%是聚酯纤维。对，所以我们这个价格一定要把它拿下来。所以天猫店铺价卖428。佳琪直播间的价格是229一件，对，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可以打开。佳琪直播间的价格是229一件。这个帽子这里有纽扣，所以大家平时不想要帽子，你就把它取掉，取掉没有问题，很方便。是的，把它取掉，无帽穿也可以，戴帽穿也可以啊。三
321上链接领180元的优惠券，十码推荐在这一边哦，大家可以根据120斤以下的女生选 S 码，120斤到150斤选 M 码，150斤到170斤选 L 码。其实男生拆掉帽子穿没有任何问题的，是的，好不好？大家赶快去抢吧，大家赶紧去抢吧！谢谢大家的支持。羊羔绒的面料，然后再加上这样的白蓝拼接连帽设计。L 码没有了。好，来，我们现在加货七天预售给大家 ，S 码、L 码都没有了。我们来现在加货七天预售给大家。是，再给大家看一下它背面。四件套到手价369、389，没错。是的。对的，四件套到手价369、389，没有错的啊。对，领好券就可以了。是的，领100元优惠券啊。我们的四件套罗莱的 Lovo 四件套是领100元优惠券，然后我们的衣服是领180元优惠券。嗯。优惠券在哪里领取？来教一下大家。是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优惠券在我们的宝贝链接往下滑，详情页面可以领取优惠券。对，领好一张180元的优惠券。是的，还没有关注的女生，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对，还没有关注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多多关注，多多关注。加好喽，大家可以加好喽。接下来的是预售，所以大家现在拍的是七天内会给大家发货。是的，现在大家拍下来的话是七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加货给那个发货给大家啊，七天左右的时间发货给大家。是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好，那我们先来预告一下我们美妆会有的产品给大家的是哪一些？可以。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抢的，很多人应该到现在还想要买水乳套装。这一个我跟你们说，活动力度真大。牛油果紫苏水乳套装黛珂，天猫店铺价600块，家人到手价500块，还送很多东西给大家。还会有到的是 Night Versus 的一个安瓶精华，109一瓶，佳琪直播间108两瓶。2瓶 Get It Beauty 盲测第一名的安瓶保湿补水精华。同样还会有到的是我们的花西子陶瓷口红的首发要来喽。好不好？花西子陶瓷口红的首发要来了。Yuki 把眉毛卸一下。庆子姐吧，庆子姐把眉毛卸一下。好，所有女生159一支，两支318是礼盒，还会有到的是所有女生我们的绿野芳踪纯露面膜，天猫店铺价89七片，家人到手价118，21片给大家，还有寻汇记的保湿补水喷雾，以及我们的瑞博琴的净痘精华给到大家，我们这款美妆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卖，好吗？那话不多说咯，所有女生花西子眉笔第一个来了。你准备好了没有？你准备好了没有？蜡烛雪橙味的真的没了，妹妹们，蜡烛雪橙味的我一个都加不上来了，真的没有了。是的，我们要不下次给大家备备货？没错啊，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大衣是不能加预售的，大衣是所有的货，这件大衣真的是所有的货，加不了预售，没有货就没有办法了。好不好？我们后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衣服给大家啊，时尚类的产品，包括生活类的产品给到大家，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后面还会有产品的，对，好吗？黛珂有吗？第二个就是黛珂，我们先花西子眉粉笔来喽。那就是其实升级了，升级版花西子眉粉笔来了。我跟你们说，之前长这样的，看到了没有？之前是这样的花西子眉笔，现在是这样的花西子眉粉笔来了，对，很漂亮，很漂亮，而且质感做得更加的棒了。这一款眉笔李佳琦每天都在用，我真的说句心里话啊，李佳琦每天都在用的眉笔就是花西子眉笔。我的五号设在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边会有到一个眉梳。你买眉笔的话，如果你相信我，我就是我每天干嘛，就是第一个就打底妆，第二个就画眉毛，第三个用润唇膏。打底衫呢？打底衫过两天，对，应该是明天可能。对，给大家看一下，所有女生，我看我们这个眉笔什么意思？它叫做眉粉笔，就是它又有直大牌的那个眉笔的那种，你知道那种质感，然后又不会很硬。对，看一下啊，上色度也很好。来，我们看一下细节，它可以帮助大家去这样子反复画，也不会结块。然后单独画的话，它那个眉毛的线条感很好，而且它会有那种融物感。就比如说你想画一些野生眉，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根根分明可以画出来。这次也是给大家看得到吗？升级。看得到，看得到，一根一根，一根一根。大家可能日常那个眉笔比较粗，或者是上色非常非常的浓。你看我把毛流感都画出来了，我把毛流感都画出来了，可以看到没有？所有女生，就这个眉笔真的很厉害，真的佳琪自己用。一根一根一根，它因为它的眉头是这样的小砍刀的眉头设计。来，这样给你们看吧。来来来，所有女生，切。
我在我的手上哦，我手上是没有毛的哦。看到了吗？我手上是没有毛的，就是这种毛流感就可以画出来，非常非常好用，而且不结坨，是那种雾雾的、哑哑的，我还没有刷。你刷一下之后，我跟你说非常非常的棒。我给你们来看，你们一定要买五号色。五号，我跟你说，我跟花西子合作了之后，我的眉笔都省了好多钱啊。我以前特别喜欢贝玲妃的眉笔，巨好用，就是自动眉笔的话，就贝玲妃的眉笔超好用。但是贝玲妃就是一年买一次啊。来，欣姐坐这儿。我跟你说，贝玲妃就是一年买一次，这个眉笔就是你真的每天用它都不会心疼，性价比又高又好用。最主要的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整个非常非常的棒。我只卸了眉毛。你保留了眼妆，就当然、啊、你只要卸眉毛就够了。对对对，但欣姐姐的眉毛就卸了跟没卸一样。我也在想你怎么这么浓啊。那我们还是要 Yuki 吧、啊、你这眉毛没有任何的就是画了，感觉我们咱们感觉我们好像就是画了个寂寞，稍微像鬼打墙，给你剃掉一点。欣姐眉毛太浓了， Yuki 来一下。 Yuki 对，好吧，我们用 Yuki 的眉毛给大家做示范啊、哦、这个我跟你说很好画，非常非常好上手，因为它不会一画就粗线条，一画就很浓，它画的就是刚刚好的那种，就是颜色然后浓度。因为你知道他们家的创新技术就是把轮廓线条感以及反复描画感不结块做到了极致，它兼顾了眉笔的线条感，也兼顾了眉粉的柔雾感，所以它叫做眉粉笔，好不好？非常非常棒。而且他们家反复做了压制的一个实验，然后导致做到了眉笔的软硬度刚刚好适中，一笔含有双效。而且它里面的主要成分何首乌提取物是养毛发的哦。是，好，来看一下 Yuki 的眉毛哦，我们来近推上来，可以，来我们近推上来，我们这边我们教大家画眉毛。我们在画眉毛的时候，首先需要用我们的眉刷把我们的眉毛的走势梳理好。嗯，可不可以帮我准备一个那个说想要听睫毛打底膏，在我的房间去拿？可以，好，感觉好，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眉笔，它是砍刀头，可以看到非常清楚，这里它是这样的一个砍刀头，可以看到吗？它就是这样有斜坡的砍刀头，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所有女生，我的习惯是先画眉尾，先把眉尾描出来。看啊 ，Yuki 的眉毛还算标准，很直，很漂亮，就这个地方缺了一块，就这个地方它的延下来的弧度是不行的、嗯，这地方缺了一块，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要去把它的眉峰画得太实。所以我们就把缺的地方用我们的眉笔一根一根描出来。是的，我跟你说这个眉笔画出来就是不会感觉你画了眉毛，会感觉哇你眉毛怎么这么浓，哇好真实。对，一根一根，可以，大家可以非常精心的去描绘好你眉毛的边缘。然后大家看一下、哦、眉毛的走势，尾部的话是什么，是往下走，所以尾部的眉毛是往下的一个弧度。然后我们画好了颜色之后，我们用眉梳顺着它的眉毛的走势去梳理开，让它颜色整个浓融在眉毛里面，而不是很突兀。填大面积填色也完全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你看一融开了就是那种柔雾眉的感觉，很自然很自然的柔雾眉，不会凶相。是的，不会凶，不会说是浓特别特别的浓、嗯、或者不会说是那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们来看这边眉头怎么填，它的眉毛是从下往上长，所以我们眉头也是从下往上就好了。眉头的位置大家可以有一点点耐心，因为本身其实眉笔是很好操作的，但一根一根一根去根据你眉毛的生长方向描绘出来就很自然了，不会结块。然后把眉毛梳一梳眉头。价格的话我们今天力度就是跟一直以来都是一样子的，到手价是79，然后额外会送大家两个替换芯，所以你到手约等于是三支眉笔，性价比是很高的。其实大家回家按照就这样的方向你是可以画出来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了，好，就是干干净净漂漂亮的眉毛就出来了。然后我把 Yuki 的眉尾修一下，因为它没有就是修眉毛，所以我们再拿什么小奥汀的睫毛打底膏，把一些多余的弄掉，然后往上刷。这个是小 tips 教给大家啊，就如果家里也有买小奥汀的这样的睫毛膏，你可以这样使用一下。这是新的吧？就是用多了一次，刷开。太新了，小奥汀睫毛打底膏，你要用到那种旧旧的时候再刷眉毛。嗯，就是它的膏很少的时候再刷，就一种根根分明的感觉，包括去帮你真实的眉毛，就是眉毛站起来的感觉。嗯、
其实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对比，就是你画好一根眉毛，其实整个精气神就有了。你知道女明星的眉毛都好好看哦。我知道，我插的就是这根眉毛。你看整个 Yuki 的眉毛超浓超野生，然后定好形状了之后呢，最后一步我们就用什么，我们就用一个小小的遮瑕梳，遮瑕的刷子。美的美的，来稍微理一下头发。好，然后找到一个气垫霜，然后粘到我们的气垫，把边缘处的轮廓稍事遮瑕一下。这地方刚刚蹭到了一点点，可以。大家其实对比你画完和画之前和画完之后，然后眉尾我把它修的稍微的细一点 点，嗯，因为它的眉尾颜色太浓，是的，拉长一点点，然后把它修的细干净的，干干净净那种感觉。对，这支眉笔里面有添加何首乌根的提取物，所以是可以帮助大家去养护你的毛发的，不用担心说画的时候会结块或者是有点伤皮肤，不用担心的。眉头就这样子单独一根一根一根描绘，链接一会儿就会给大家上，大家稍微等我们一下，然后头顶上方的关注按钮大家记得点击一下关注。好了，好看一下这个眉毛看起来就会非常非常的浓，但是又不会特别特别的什么，就是怪，就会觉得他喂，这个眉毛为什么这么的像苍蝇腿，不是，或者是像那个什么毛毛虫，它就很自然，它很浓，但是它会变得很自然，是，好不好？就浓，但是是自然的，而且它的眉毛会非常非常的长，你们可以看它两边的眉毛对比，对，就是我没有直眉毛，我也没有去纹眉毛，但是我的眉毛变得非常的长，我们大聚焦的这个地方，对，直接推进来，那这个地方给你们看一下真实的眉毛。就是眉毛站起来的感觉，可以看得到吗？等一下，就这个地方眉毛站起来了，有，应该可以吧？是不是看得到吧？一撮一撮的毛，一束一束的毛，眉毛站起来的感觉。有，所以美眉一定要买，好不好？因为它可以画出一根一根的毛流感，就非常非常的棒。谢谢大家的支持，喜欢佳琪起的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来，这个我们的花西子的小砍刀眉粉笔，天猫店铺价89一支，佳琪直播间79买一支送同款替换装两个，就这一支用完了拔掉，然后把这个同的颜色把它怼上去，又是一支新的眉笔就出来了，对，好不好？我跟你们说买什么颜色，五号色，五号色是李佳琪本人最喜欢的颜色，五号色是我自己用的，我非常非常爱。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棕黄色的头，棕黑色的头发，你们就用自然的五号色，染了头发的女生你们就买所有女生03号色棕色，05号色是灰棕色，没有染头发的女生，好不好？染头发买3号色，没有染头发买5号色，1号色男生买啊。好的。1号色太黑了，是灰色。是。来，上链接，花西子眉粉笔来喽。是，大家自然发色，你就买05号色，没有问题的。零五，因为我们的眉毛颜色一定要跟头发颜色相像。对。领好一张10元的优惠券，到手的话是79块钱。是的，买一支我们额外送两个替换芯。其实这一次升级完之后，你整体到手的质感很好，很好很好，这个质感非常非常棒。相信我，他们家眉笔卖几十万支的月销，好不好？这是新链接，是新的一个单品，对，是眉粉笔单品啊，会比之前的款要贵一点点，但是呢，是真的，它的效果还更好一点点。是，嗯。点击往下滑去详情页领取一张10元的优惠券。是的，加好喽，我们的花西子眉粉笔加好喽，五号色加了，赶快抢吧！五号色我们一共今天晚上只有5万支。对，五号色只有5万支啊，你们要赶紧抢花西子的眉笔去，好不好？谢谢大家，喜欢加喜喜的都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哎，3号色没有了。五号色又只有2000支了，自然不结块，有眉笔的线条感，又有眉粉的柔雾感的眉笔，就这一支结合的很好。是，喜欢佳琪起的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3号色我们在家，5号色也在家，大家自己去拍了啊。话不多说，下一个来，黛珂紫苏来啦，这个力度真的是不行到爆炸。我跟你说，你看呢，睫毛打底膏不得动。我跟你们说一下啊，想要听睫毛打底膏。买它什么时候到货？有一点点像。想要听睫毛打底膏什么时候到？你看，其实这个眉笔也非常非常的持久。用这个。这个眉笔也非常非常的持久。我跟你们说，我都已经蹭了8次了，都已经快。嗯。好不好？真的也是比较持久的。敷一下，敷一下。
我们下一个就是黛珂的水乳，这次是给油皮女生痘痘肌是的，来喽，所有女生，美们，痘痘肌、油皮在不在？偏油的、混合性油以及偏油的肌肤的女生在不在？8000个女生买得到这套水乳套装，今天晚上，嗯，很好用，这一套很有名，太有名了。就这套，而且这套在今天给到了活动，我真的有点诧异。嗯，大家在双十一的时候就一直要这一款，但是这套活动没有很大，因为这套他们其实店铺对就自己卖得很好，嗯，对他们就不需要给活动的东西。说句心里话啊，长痘的时候就在用这一套，谢谢大家。痘痘肌以及混合性肌肤以及偏油的女生们注意了，佳琪在今天帮大家拿到了一套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水乳套装，叫做黛珂的紫苏套装。美们，牛油果紫苏，黛珂是高丝集团旗下的一个护肤品牌，对，那牛油果紫苏水也是火遍了全网的一个明星单品，颜值很高，紫苏水玻璃瓶身，它这一个有点像就是那种你知道古时候的那种女生穿束腰那种装扮那种感觉，哦，然后他们家是先乳后水，对，不要忘记哦，他们家是先乳后水的一个产品，因为它的牛油果乳液里面是含有到的是油酸性的一个油剂，那很好的可以帮助你软化你的角质，打开你的皮肤通道，来促进后续的一些美容产品的吸收，而它的质地非常非常的轻薄，所以建议搭配化妆棉一起去使用，效果会更好。而且牛油果乳液里面会有到的是乳木果果脂的一个成分，它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可以帮助你很好的来保湿补水。对，同样紫苏水里面也添加了紫苏叶的提取，嗯，然后那个鼠尾草的油的一个提取，还会有到的是鼠尾草的一个提取等等等等多种植物成分。那这一套我跟大家说一下，哦，怎么样用啊，不要用错了。首先拿出我们的化妆棉，然后把我们的乳液挤一泵两泵左右的量，有一泵半左右就行了，然后呢整个先把它铺平在我们的化妆棉上，开始顺着我们的肌肤轻轻的擦拭，可以打圈擦拭，这个乳液我跟它巨好吸收，而且完全不油腻，轻薄，对，用完了之后你们可以看一下整个皮肤很润，但是不会油腻，这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再把我们的紫苏水拿出来，这个时候就不用化妆棉了，把它倒5到6滴左右，对，然后呢两个双手合十按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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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皮肤上，再用你们的美白精华啊，再用你们自己的美白精华、抗老精华，然后面霜睡觉，导入乳啊，先导乳在这里面了啊。所有女生，天猫店铺价600块钱一套，佳琪直播间到手价500块钱一套，天猫旗舰店乳150毫升，水150毫升，卖就送，美们让你们集齐一套15毫升的黛珂小紫瓶的那个美容液，再送黛珂紫苏精华水面膜6片，再送他们家的牛油果乳液面膜6片，赠品价值619块钱，物料定制化妆巾，这个没算在里面啊，价格，一共在一起的赠品是619，佳琪直播间相当于4.1折，减100再送这么多东西给大家，减了100块还送这么多东西给大家，你准备好了吗？所有女生，你准备好了吗？3、2、1。上链接来喽。对，这款我们相对而言比较推荐给油皮的女生，帮助你去调节你的水油平衡，没错，去做到保湿，在秋冬天的时候赶快去抢吧，啊，太快了，来我们再加货，大家缺水乳还是缺大牌水，能不能出唇膏啊，唇膏啊，我就出 CPB 眼，然后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唇膏的话会出几个，嗯，但是现在都没货，我推荐唇膏大家都卖空买疯，我们前两天其实刚刚播完才看到唇膏，那是纯乳，纯乳，全部精华乳，来加好喽，就是涂的唇膏，哦，嗯。那我们去找找看。黛珂全家吧，又没了。老板，你们货全部加一下吧，又没了。马上。我们老板把货再加一下哦，现在已经又下架了，我们再加一点货给大家啊。真的没有。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李佳琦直播间。男款羽绒服后面会有的。有，放心，我们给大家选了。是的。也有选中性款一些。啊！骗人。他有8000套，没有了，刚刚我看到加了，他刚加了8000，好，马上再踢最后1000名，加好了，黛珂紫苏水乳套装马上再踢1000名，在我们的15号宝贝链接又没有了，好的，自己去买吧，来下一个，接下来这个产品，哎，我不用投票，应该差不多我的直播间应该只有那么几个人用过这款产品，但这款产品我跟你们说买它好不好，买它，嗯，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买的一瓶安瓶保湿精华，
你只要觉得你现在的皮肤很干，你就要试试它。对，相信佳琪的女生哦，你只要觉得你现在用护肤品还是很干，你用用看它，用它，对，好不好？我来给你推荐它。为什么？所有女生，所有女生，这一款产品哦，它叫做 Night Visis。对，这个品牌它是韩国的一个品牌，他们家以美丽始于正确习惯的一个概念做品牌，他们崇尚自然，而且致力于研究温和的配方，让大家温和保湿补水的同时让你的皮肤健康起来。是，那这一款产品所有女生曾获得 Get It Beauty 某一期补水安瓶精华盲选的第一名，经过当期的一个节目测评，他们家的水精华的清爽就是水精华的清爽和同时细腻的补水，是在100个精华里面深层保湿补水做到的效果是最好的。对，所以这一款产品我跟你们说一下，得到了韩国官方的电视台节目的一个认可，对，而且是盲测出来的，像 Holika Holika 对的，是 Holika Holika 一个节目出来的盲测第一名啊，好不好？这款为什么我觉得好？首先我在选品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是 Get It Beauty 的一期节目里的第一名产品，我就看到它的成分列表，我的外壳呢，我就看到了这款精华的一个外壳的成分列表，有我刚刚看了，嗯，它的外壳的第一个写到就是椰子水，来，我们用这个展示好不好？对的，它的外壳的第一个成分就是椰子水，它用椰子水代替了普通的水，就是我们之前一般写的水的那个字，所以美们，椰子水可以看到没有，第一个成分就是用的椰子水，第二个它里面还会有到的是很多的维生素以及维生素 B， 然后还会有到的是所有女生美们角鲨烷，对，有一些保湿成分，微量元素、植物成分、保湿剂在这个里面，有些所以它里面的活性物质添加了非常非常的多，但是都是绿标，就是对你的肌肤没有那么的那个就是怎么说敏感，对，和容易致痘啊或者容易不耐受啊之类的。那美们，玻尿酸、海藻糖、角鲨烷都是超明星的补水成分，他们在补水的时候得到了一致的好评，而且坚持去使用的话，你的皮肤的保湿补水的一个效果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好。同样它里面还会有到的是红面包果树的一个提取，以及芦荟的一个提取，都是天然的植物来源，不能说纯天然啊，都是天然的植物来源，所以相对于一般的精华来说，这瓶的保湿补水能力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干皮哦，要买它啊，干皮要买它，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挤挤泵。是的，就它里面的椰子水的添加是比水的添加要多 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去买它。嗯、你轻轻抹它，流动性超强，轻轻抹开，它就是保湿补水，非常好吸收。对，好不好？白天晚上都可以用，因为你知道我用一些保湿类的精华或保湿类的产品，会觉得用多了会干嘛？会搓泥。搓泥，嗯。用多了会黏黏的，它不会，它就是让你的皮肤嫩起来。它就是让你的皮肤嫩起来、润起来，但是不会黏黏的，好舒服，好舒服，好舒服。我跟你们说，在上妆前用它，你的肌肤特别平滑，而且你的肌肤那个嫩度啊会提高很多，嗯、好不好？有卡纹的情况出现。是的啊，所有女生，天猫店铺价109块钱一瓶，佳琦直播间他们自己买109一瓶，我今天给你们做福利，一瓶69，对，两瓶108。他们自己买一瓶108，我们直播间两瓶108，比他们店铺单卖一瓶还要便宜。如果你买两瓶的话啊，是的，比单卖一瓶还要便宜啊！数量填一领40元优惠券，数量填二领110元优惠券，补水保湿安瓶，3、2、1来喽！是，然后也给大家看一下美丽修行里面他们的安全分，包括香精。风险成分里面的功效成分给大家看一下，保湿剂14种，美白成分3种，抗氧化成分8种，以及油脂调理成分1种，香精成分是5，是，好不好？然后我们的风险成分是5，5，然后防腐剂是5，孕妇成分也是5，孕妇慎用成分也是5啊。有一个女生代课你拍600块钱，500块一套，对，有个女生代课你拍的是600块，应该是500块钱啊，你要领券啊。是，然后那个安瓶精华的链接可能大家要稍等一下，我们后台卡住了。好的，稍微等一下，那安瓶链接稍微等一下，我给大家再说一下怎么用，很简单，好不好？该怎么样去使用特别的简单，所有女生你可以每天早晚当做精华去使用，
第二个，你可以在敷面膜前把它滴三四滴在脸上，涂抹清楚均匀了之后，再敷面膜的时候去使用，叠加面膜一起去使用。包括你在上妆之前，你可以把它先涂抹在肌肤上，来保湿补水之后再去化妆，你的皮肤会非常非常的贴肤。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的皮肤，真的完全没有油腻感了，就是好清爽，不会有任何的油腻感，非常非常的清爽。油皮油性肌肤用可不可以？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只要你觉得皮肤还是干，你都可以用它。是每天早晚都可以用的一个精华液，好不好？大概要多久链接可以恢复？还要等一下。那好了，告诉我们吧。那我们先试花西子的口红吧，好不好？花西子口红完了之后，我们再上这个链接啊。你们先听，去种草一下先，好不好？你们种草一下先啊。谢谢大家。然后其实可以从这个脸颊这个位置，因为根据你毛孔的生长方向，是帮助大家去更好的吸收你的安瓶精华。没错、嗯、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我们下一个咯，好不好？我们的链接马上上，因为链接可能有点卡住。来，我们的口红，花西子陶瓷口红新品首发来咯。来了。接下来会有花西子口红以及我们刚刚的安瓶精华，同样还会有到的产品是绿野方中的橙花，以及玫瑰的就是精华面膜，以及寻慧姬的喷雾和我们的瑞博琴的急救净痘精华。来，口红来了，四支抢它，最推荐的颜色212以及414，可以买它啊，美们。来，我们再打灯看一下吧。可以，我来给大家看。真的这一支美到不行，这一支花西子花了两年的时间，我参与了一年时间的一个就是帮你们就是共同研发。我跟你们说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一支叫做陶瓷口红，花西子陶瓷口红来咯。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可能要关一下灯，看上去会更明显一点。来关一下灯好不好，把这个、嗯、这个然后看一下，哇哦，有没有美美厉不厉害？它里面这样子好漂亮，我跟你说，外面这个是真的磨砂质感的哦，它上面是雕花的，很漂亮哦。这个灵感好美啊！这支口红你买回家，我跟你说，你涂口红的时候，别人都会问你说，你买的是啥口红？怎么可以这么好看？像国货做这样好棒，真的很棒，非常非常的棒，买它，相信佳琪买它，试色试色试色，好的，没问题。那所有女生两年以来多次实地考察，多次推翻方案。反复的打磨工艺配方，一支陶瓷口红的问世，我觉得是整个团队以及我就是想要帮国货品牌做一点点的贡献，就是真的整个团队和整个佳琪的团队都在为这支口红出很多的一些方案，包括去改进它，然后打成了这样一支陶瓷口红。对，我跟你们说真的很棒，没有过多的花里胡哨的设计，拿到手上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一个暗花雕花，然后这边是花西子的口红的 logo、嗯、他们品牌的 logo 在这边，好不好？所有女生，花西子继复刻微雕工艺之后，正式发起了东方陶瓷系列的产品项目，更深入的可以传承我们中国的陶瓷文化。是，就是花西子真的去了很多次景德镇，去的对，就是应该去那个。是，好不好？真的很漂亮，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就是新的、厉害的传承中国美的国货品牌啊。对。其实花西子是从2018年的11月份就开始着手开发这个产品了。就是把一些我们之前的文化和现在的彩妆去做技术去做结合、嗯、你知道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去找那个工厂的时候，对，好多工厂说不好意思我做不来、哦、我们做不了，我们没有这个材料，是就是很难去，就是有的工厂是能做但是很难量产，是，但是他们还是在坚持一直要去，没错，第一支颜色是红锦，好好看，我这支颜色我被我妈抢走了，我的第一支这个颜色被我妈抢走了、哦、来看看这个，还是会有到花西子的微雕工艺，嗯，还是会有到花西子的微雕加浮雕工艺，是雕刻了就是一些就是在以前他们烤这种瓷的时候的一幅画、嗯、的一个工艺嘛，就是一种啊，我跟你说上面雕了一个故事，雕了一个职业，对，就是很美，以前的匠人，我跟你说你拿到这个口红之后你看它那个花雕的，我的妈耶，来吧开始了吧啊！212号色，先抢这支颜色，这支颜色巨好看。要么不做，要么死磕。哎，真的，而它那个口红的质地哦，非常非常的顺。质地是很舒服的，上嘴之后，然后其实口红外观设计呢是用白釉瓷般的，嗯，比较简单的管身来做的，然后外纹是会有一些的花纹去做点缀，上嘴是很舒服的。它复刻的就是之前的宋窑白瓷，以那个时候为灵感去投入生产的。其实这个价格不贵，
因为你要收到货之后，你看到它口红的膏体，看到它的质感，看到它的外观设计，你就会觉得没有关系。谁说中国品牌的口红不能卖150块钱一支啊？不能快200块钱、300块钱一支，我觉得可以。是，因为这个材质真的值钱哦。嗯，真的很美。我们先给大家试第一支颜色，这是颜色是我挑的啊。对，我们去年的时候挑的颜色，我挑了好多版哦。嗯，你知道花狮子给我挑颜色，我真的挑了好多，我改了好多次他们家的颜色。我们今天还给大家。特别做了这样的礼盒包装，很美，超好看，超显白，超显气色，这几颜色太漂亮了 ，Oh my gosh， 212号色，是红锦。你知道它有一种什么感觉吗？它有一种，嗯、绸缎啊，就是红色绸缎的感觉，什么质地啊？你想不到的粉，就是你知道有点像。古时候女生用那种朱砂，嗯，的那种质地，就是那种，嗯，就是那种就是粉粉的那种质地，就是有点像抿那个红宣纸那种质地，啊，有这种感觉，很舒服，哑光但是完全不拔干，哑光但是完全不拔干，好舒服，好顺滑，完全不会拉你的嘴巴，对，好看吗？是不是很漂亮？买它，所有女生212号色，给我买它，素颜涂薄薄一点点，全程涂厚厚的再涂一点，来。第一支颜色，我们先开第一支，好不好？我们先开第一支，一支199，佳琦直播间159，花西子陶瓷口红首发，准备好，212号色是红锦暖茶红试色，3、2、1，来喽！第一支是我来全程给你们看一下啊。好，第一支是我们的212号色，大家可以去拍，已经给大家开链接了，领取好一张40元的优惠券，到手价是159元一支。如果大家买礼盒，而且哦，所有女生，这一次不仅是外壳好看，它的内料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嗯，也是全新升级的内料，嗯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好看吗？特别漂亮，没有全程图。这个价格疯了吗？没有疯啊！国货品牌也值得拥有159的价格，好不好？不要天天觉得300块钱的口红只有一线品牌可以拥有，嗯，好不好？我下次要做一支300块钱的花西子出来，我觉得很值，真的好吗？嗯，因为这个材料就不是塑料，就不是亚克力，我给他们听一下好吧？它是真的很棒的材料，嗯，我觉得国货品牌也要有无限的可能啊。谢谢大家啊！你觉得值你就买，你觉得不值不用买，没有关系的。好，来，所有女生，第一支颜色212号色，下面一个颜色，下面一个颜色，414号色，414号色，我们一支支给大家试，然后颜色也是一支支加，链接都上在了我们的一号宝贝链接，就是我们的热门链接。精华的话稍微等我们一下，我们可以上了会告诉大家的哦，好吧？嗯。其实他们家就是也是很关注粉丝的反馈，就是他们家有做一个活动，就是叫就是花西子体验官，就是从开始做这个陶瓷口红之后，就一直都在收集和整理大家的反馈，想帮大家把中国的一些国货口红做得更好，去做进一步的优化。我觉得我也不想要再说太多关于我对于国货的一些感情啊，或者是热爱之情啊什么之类的，我不用说，嗯，真的，佳琦在做什么事情你们以后都可以看得到，当你了解这个行业之后哈，因为我见过太多了，那么多品牌卖300-400块钱一支什么节日限量版，我的天，在我心目当中的价值只值59块钱，但是呢谁都不敢说坏话，只有我敢说坏话，嗯嗯嗯，来我们来试下一支，就连口红松动都，连口红的那个东西松动都做不到，我觉得，对，下一个颜色414号色，来414号色来喽，是的，哦，414号色也美的，414号色是一个比较偏什么，偏那种枣红色，就是枣子，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那种干的枣子，嗯，就是好想你枣子啊，有，你们可以拿下好想你的枣子看一下啊，枣干，对，嗯，这支颜色也是很好看的，链接在我们的热门宝贝链接，然后会一支一支给大家开，然后现在我们的212号色已经可以拍咯，大家可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拍一下。这支是有一点点很温暖的红柿色，其实是黄皮女生都可以驾驭的一个颜色，很显白，很有朝气，很有元气，秋冬天必备。哦，嗯，大衣如果预售9天，可以加将近快5000件，知道吗？哦，大衣你们还想要吗？
大衣你们还想要吗？七天预售4899件，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口红外壳会碎吗？会，你不要摔啊，你摔会碎的。就是正常，你平时好好的看一下这支颜色，高级不高级？这支颜色厉不厉害？很适合秋冬的一支枣红色，那是而且是那种枫叶枣红色。这支颜色我跟你们说，就是有点像好想你的红枣外皮的颜色。哦，是像很像，是不是？很像，很好看。这支颜色很高级，而且它涂在脸上会感觉你的整个就是人的质感都提升起来的感觉，是皮肤的质感跟整个妆容的质感都会提升。对，这支颜色超美丽，好看，给你们近点看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414号色焦糖枣红色，是，很好看，这支颜色非常漂亮。淡涂它其实有点奶茶棕，烘涂之后反而就会你觉得气场更强。对的，有一种红棕红棕的感觉。414号色焦糖枣红色，准备好了没有？来，3、2、1，两支一起买，底下怎么买？你们买套装。对，底下你们买套装，两支一起买，买那个礼盒啊，买礼盒，礼盒就是212加214。如果212、214你们都想买的话，这两支颜色你们都想入手的话，你可以买套装。212跟414这两个颜色是套装里面的颜色，套盒里面的颜色，这两支颜色。对，这两支都是我们414加好了，赶快抢414啊！414号色已经加好了，在我们的热门宝贝链接。是的，414已经加好了，赶紧抢414呀！还有800支414，500支414，因为我跟你们说，414真的颜色没有很多，没有了就没有了啊！来下一个颜色，来。下面一个颜色132美人计。嗯，其实这个口红我有专门去摔过，就是因为我当时在想那个陶瓷嘛，嗯，然后当时有摔，就是其实是高地摔下来，它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碎，大家可以放心。但是我也是尽量跟大家说，就是口红嘛，你就不要摔它，你就正常好好保管就可以了。是的，嗯，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家的这次的套盒做的也是特别好看的。套盒的颜色是固定的，换不了，就是 OK。大衣加好了，大家想买大衣的话自己去抢啊，七天预售。11号宝贝链接的大衣给大家。来，下面一个颜色是132号色。这两支颜色都是推荐大家入手的，一支是212号色，一支是414号色，质地很舒服，会有一种粉粉的感觉，然后你上唇的话不会特别拔干，但是它整体出来的。质感是有点那种柔雾哑光的感觉。今天晚上没有气垫，我们要过两天，然后大家也可以头顶上方的关注按钮点击一下关注哦。怎么拍？点开链接。这支颜色就比较的艳，比较的显白。往下滑，如果大家买一支的话，领取的是40元的优惠券。要买礼盒，你可以先提前领好这张80元的优惠券。对，这支颜色对于黄皮来说很友好，因为它很显白。就是如果你是皮肤比较黄的女生，可以买这一支美人计，它是那种九字红果色，就是那种九字的那种梅子啊，或者九字那种樱桃色的感觉，好不好？这支颜色会比较的适合于黄皮用，因为涂上去你皮肤就亮起来了，白起来了，好吗？这支颜色132号色，接下来素颜可以用的一支颜色可以302芸豆红，最后一支是我们的302号色。这支最后一支比较适合大家薄涂，或者是你日常淡妆的时候来涂，是的，打造比较温柔的妆效。最后一支哦，给大家试色，口红的妈妈是要哪一支？我妈妈就很喜欢212，我妈妈抢走我一直是212号色。其实我觉得是薄涂是可以驾驭的，它薄涂会偏橘一点。来，302号色来喽，超温柔的芸豆红。最后一支302号色。它是那种柔雾的质感，雅而不干，不容易显大家的唇纹。你其实大家冬天涂哑光口红比较多，都可以做，就是淡淡的先你提前先涂一点点唇乳，或者是唇膏。其实这几个颜色都特别好看。怎么领取优惠？这一支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新，就会比较的适合开春了之后你涂它。它是那种芸豆红，它的粉的里面是会比较偏什么偏。你知道，就是有一点点的丝，就是那种就是灰灰的，或者是粉粉的那种，或者是那种雾雾的那种感觉的红，那种粉色就比较偏少女感。但那个少女感不是那种很轻的少女感，是你知道，就是有质感的那种少女感。
因为它这个颜色不会鲜艳，没有那么不会艳，它会压下来一点点。嗯，就这支颜色它会压下来一点点，是的，好不好？清楚了吗？这支颜色啊，302号色奶油蜜果色，美们，这支口我是从它还没有诞生的用到了现在的，好吗？这是李佳琦做了一年，花了一年的时间帮花西子一起共创出来的这支陶瓷口红啊。从颜色到膏体的质感，到外包装，我们都一起看过。是的。所以我们也是觉得这个产品非常好。没错啊，谢谢大家的支持，你们随便，你们随意，喜欢就买，不喜欢就不买，好不好？不要抨击品牌啊。是，链接在我们的一号宝贝链接哦。是。然后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次的礼盒，它其实是这样子的抽拉盒，然后打开之后就会呈现一个这样瓷器的形状，坚硬。然后这款也是有专利包装的，给大家也展示一下专利。我们切一下。家里有很多的口红就不用买啊。好。猪猪女孩们，买个两三支、四五支就够了啊。是。这个我推荐给喜欢这个品牌的女生。跟实力条件比较好一点点的，因为确实不便宜。好，那我们给大家切一下，看一下试色。我们第一支是212号色，它是一支红试色。没错。这支其实黄皮女生、白皮女生用都是非常好看的，薄涂会偏橘，非常元气。那厚涂它就会呈现一个红调的橘色，然后会很显白，很有元气，很有朝气。秋冬天大家也可以用。第二支呢是我们的414号色，不挑用这个，用这个，用这个镜头、哦、好，那我们再用这个镜头重新来哦，用这个镜头。好，那我聚焦一下。好，第二支是我们的414号色，它其实薄涂会有一点点奶茶棕色，厚涂它的红棕调会更加明显一点，很有气场。然后第三支是我们的132号色，这个呢也是大家其实是很好看的酱红色。302号色我建议你们黄皮女生要化了妆再涂，这支对，这个是白皮女生涂好看，302，是的，好不好？比较白的女生，然后比较偏元气可爱一点的女生涂一涂。对，302号色其实也很日常、嗯、黄皮女生买132，因为132我把它调的比较偏紫调，紫调对于你的皮肤颜色会有提亮的效果，是，好不好？其实这四支大家放心都是给大家看过的，是414号色反而非常美，是的，414号色非常非常的美，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来，我们马上帮大家开我们的知音礼盒，好不好？礼盒318块钱一套，嗯，礼盒开喽，礼盒开喽！如果你想买礼盒送人的话，这一套是318块钱，对，礼盒是所有女生398的价格，加入直播间领80元优惠券，318块钱一套。礼盒的颜色就是我最喜欢的两个颜色，212跟414。是。礼盒的颜色是212跟414。302帮我们再开一下。302没有了，对不起大家。302跟132都没有货了。302、132都没有货了。你知道吗？花西子这个口红其实他们在做的时候非常难。第一个，它的外观就已经比一般的口红的外观难做，出货量就比较少。第二个，而且破损量比较少。比较多，而且第二个他们的雕花也是一样，雕花跟一般没有任何的东西的口红也是一样，别的口红可以做100支出来一个小时，它的话一个小时可能只能做10支，然后破损率会比较高。那我们选择出厂的所有产品都是一定是外观没有任何问题，内料没有任何问题的，好不好？才会给大家来就发货的，所以我们这款口红的货会比较的慢，特别是货会比较的慢。对，414就是美到爆炸，嗯，所以大家可以趁现在414黄皮白皮都可以涂，没有任何问题的，黄皮白皮都可以涂。就我觉得最后一支可能要白皮，要化了妆之后，化了妆或者是白皮素颜可以涂，这支化了妆白皮素颜可以涂，都不太挑皮。是的，好不好？喜欢佳琪姐姐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大家可以自己去抢我们的花西子陶瓷口红，在我们的一号宝贝。对，谢谢大家，414佳琪很推荐，212佳琪很推荐。然后礼盒你们也可以去拍，礼盒没有了，礼还有，礼盒还有，礼盒还有8000个礼盒。是这两支颜色，大家可以看一下，212号色和414号色。是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哦。沾杯吗？沾。正常啦，会沾杯，正常，大家可以放心啊、哦。没关系，就直接说沾就好了。但是我怕就是大家就是以为沾杯是不好的，就是很正常。那他是完全不知道口红是什么东西。哦、嗯，有一个不沾杯的品牌，你可以去买一买，美宝莲 Super Stay 唇釉。那个绝对不沾，但是你卸你肯定要卸5分钟，或者你要用专用的眼唇卸去卸它，好吗？嗯，所有的口红都会沾杯，对，除了极个别的那一种比较，对吧？但是那个会比较的就是干哦。我们在直播美宝莲 Super C 的协会说它会上唇比较的干，但它真的不掉，就是喝水都不掉。嗯，
302没有了就没办法加了，对不起大家，302没有了就没有办法加了啊！花西子的陶瓷口红你全部加上来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拍，这所有的颜色。是。然后414号才1000支，212号才900支，谢谢大家。来，所有女生精华来了，准备好了没有？精华来了，准备好了没有？刚刚有多少女生没有听到她的一个介绍？我再快速介绍一遍。如果你皮肤干，无论你是干皮还是油皮，你都可以用的一瓶安瓶精华液。这一瓶是荣获了 Get It Beauty 某一期补水安瓶精华盲选的第一名，而且经过测试，他们家的这一瓶精华同时细腻保湿补水，在100个产品当中，深层保湿补水的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啊，所有女生她获得了很多的国际大奖。同样，它里面的成分主要来源都是植物，比如说有椰子水，比如说有维生素 B、维生素 C、微量元素以及氨基酸，还有到的是用到的红面包果的提取物以及那个芦荟提取物，然后还有角鲨烷、海藻糖、玻尿酸，就是一个保湿补水非常好，但是不油腻的精华液，买它，相信佳琪，买它，好不好？这个真的买它很好用，现在在韩国本土非常火，很火的产品。天猫店铺价109一瓶，我的直播间一瓶69，两瓶108。天猫旗舰店，别买109一瓶，你们买109两瓶。对，准备好，三，只有24000个，数量填二，给我领好110元优惠券啊！数量填二，领好110元优惠券。啊？哎，开了。家伙，好，马上，大家可以趁现在点开链接往下滑，是的，我们点击详情页，你去领一张110元优惠券，是的，这款我觉得买两瓶是没有问题的，没错，你会一直用的，加好了，赶快抢它，加好了，填二，然后领好优惠券，美美们赶紧抢哦，还有2000瓶，只有1000瓶，没了，来全部加。孕妈妈可以用，没有孕妇适用成分。它里面一共有保湿成分14种，看一下保湿成分14种。我们切一下吧。来切一下镜头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保湿成分有14种，美白成分有3种，抗氧化成分有8种，油脂调理成分1种，对，然后无香精、无风险成分、无防腐剂、无孕妇适用成分，是很温和、很安全的一瓶保湿补水精华，而且性价比超高。好不好？这个应该会成为我们直播间的爆款的哈，这个应该会成为我直播间的爆款的，你们等着啊！我们后面我要老板多多囤货，又没有了，好不好？然后就是我们以后就是帮大家多多的来给大家来做直播他们家的产品。那我们下一个了啊，下一个喽！因为这个真的成分列表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好，喜欢佳琪请多关注，是所有货。对，对不起，所有的货。第一次所有的货都卖光了，就表示这个产品确实是在网络上，包括一些很多人的心目当中，确实是一个很想买的产品了吧？有两万四、两万五千个，25000瓶精华。就仅仅在我们直播间，我可以25000个这样下架是很快的，说明它的热度和它的本来的一个产品的，就是风评都是很好的，好不好？蜡烛不能再加了，对不起大家。来下一个，也是新品，但是我要跟他好好来介绍一下，这个就是用成分来让你们。就是买它，我也是看成分。来，美人们，如果你是我的，就是真的经常在我直播间看我的直播的粉丝，美人们，如果你是新粉丝，佳琪也跟你再说一遍，中国品牌都会有成分列表。我们在中国的产品，经过备案的产品都有一个成分列表，成分列表的这个字和这个提取物的排名先后顺序是添加浓度越高排名越靠前，添加浓度越少排名越靠后。所以这一瓶这个面膜里面的主要成分，第一个成分 来看，玫瑰花水，玫瑰花水代替一般的水，苦橙花水代替一般的水，岩蔷薇花水以及沙棘果提取物，好不好？还有氢酸钠，来我来继续点一下，我还是要说对啊，看不见我的那个反瓶里面。聚谷氨酸钠以及丝氨酸、甘氨酸、丙氨酸、果精氨酸、天冬氨酸，就是氨基酸复合物，是就保湿什么的一些复合物，然后再到美们看一下，生物糖肽杠一以及蚕丝蛋白提取物、黑灵芝提取物等等等等等等，藻类提取物、山桃提取物、植物成分，对吧？可以看很明显，对不对？就是真的，它的成分列表太漂亮了。它的成分列表真的好看到不行，就是我跟你们说，买天天在脸上敷的，买一些护肤品，我们不要再去只看品牌跟只看外包装，我们内料也要非常非常的好才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膜里面的成分，
大家我也怼过来哦，大家可以看，它其实保湿成分专业平台的测评软件哦，嗯、所有女生保湿成分16种，我点开，保湿成分16种，这16种的保湿成分都是绿标，都是安全成分，对你的肌肤没有什么刺激性的安全成分。活性成分看到有多少了吗？活性成分看到有多少了吗？就是这个面膜，就是买它，你敷一次就知道它有多么好用。它不是一个流量很大，它不是一个我一把它拿出来做直播，就有很多人会说李佳琦赶快开它，我要买它。它不是，但它是一个真的，你只要用了之后你就知道它有多么多么好用的一张面膜了。那这个品牌就是绿野方棕，他们家的白玫瑰橙花面膜就是用到了三种纯露，刚刚说到的三种玫瑰纯露、橙花纯露以及盐玫瑰纯露，还用到的是保加利亚进口的白玫瑰作为它的一个芳疗物质，而且这成分列表相对应的美肤功效能够提亮肤色，滋养肌肤，帮助你改善你皮肤的暗沉。而且哦，所有女生她的盐玫瑰是葡萄牙进口的盐玫瑰，它里面会有很好的一些抗皱褶成分效果，可以帮你达到敷面膜的时候抗初老和帮助你淡化一些小小的细纹。还有沙棘果提取物啊，是波兰进口的一个沙棘果提取物，还有很多的植物复配成分。而它的面膜膜布纸给大家看一下，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微微泛黄的，它是用到的安绒膜布纸，它会比一般的膜布纸要厚，它不会是那种薄到透明凉完看不见的，它是相对来说会厚，但是它整个非常非常的贴肤。对，而它的那种你知道对肤感的，就对皮肤的那种就是贴肤感是非常非常强的，而它的精华是有点点泛黄黄色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它的面膜里面不添加香精酒精，好不好？不添加香精酒精，美修评分是 4.9 分，高分的啊。来坐下，我们的精华没有了，对不起大家。精华在陆陆续踢人，你们多多刷新链接啊，多多刷新链接。好，我们来给大家敷一下啊，给大家看敷一下。我来说价格先，天猫店铺价89块钱七片，佳琦直播间数量填二，两盒，118块钱。我再送你们同款一盒，三盒只要118块钱。美们，一二三，三盒只要118块钱，21片给大家，他们自己店铺卖89块钱一盒，准备好了没有？三。二一数量填二，领一张60元的优惠券来喽。性价比还是很高的，这款是真的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它的成分很厉害。他们家还有一个很有名，卸妆油是下架了，加货。数量填二，领60元优惠券哦，好不好？数量填二，领60元的优惠券。贴肤性是很好的，然后可以帮助大家把里面的精华抓在这个面膜里面，是的，渗透到你的皮肤里面。没错，喜欢佳琦起的都关注，让我们把那个安瓶精华踢下人吧。可以，好吧，还有很多人没付款，面膜加好了，数量要填二，还有17000份，我们加了20000份面膜，还有17000份，还有14000份。相信佳琦的美们用它、啊，一天每天5分钟一张的面膜，性价比真的很高，118块钱，21片相当于5块钱不到一片，是5块多一点点一片，还是5块钱不到一片？这个性价比是真的高啊，是真的真的真的很高的性价比。花西子踢人踢不了了，两个颜色已经下架了，花西子。5块6毛钱一片。是相当于5块6毛钱一片，这个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成分，这个价格他买。就行了，好不好？植物复配了好多非常棒的植物成分，就是在你敷面膜的时候是有效果的。这也是新品牌，你们可以先试试看，你觉得好用再来找佳琦直播间买就都行，好不好？买了好多面膜了，对，用完再来买面膜，不用你们今天全部人都要买它。你们如果家里缺的或相信佳琦的女生用了它觉得好用再来买，清楚了没？ 好不好？理性消费，快乐购物啊！是的，不用一直乱买啊，不要一直乱买，也不用一直乱买，又想买咋办呢？就你要买面膜，你要记得敷，因为如果你每天敷一张面膜5分钟，其实用面膜很快的。冬天要用哦，好不好？但是你要记得用完了，买了一定要记得用，不要给我囤在那沾灰啊。是的，然后也根据你本身的皮肤状态和经济情况，嗯，好不好？和经济情况。好了，接下来我们下面一个来寻慧剂舒缓芦荟喷雾来了。寻慧剂，觉得寻慧剂的好用的在不在？就是集舒缓。修复抗氧化为一体的来了，还有马齿苋提取物，也可以给大家看。是所有女生，这个成分列表也超级超级漂亮。第一个成分库拉索芦荟液提取物，第二个成分金盏花提取物，第三个成分马齿苋，第四个成分粉防己，第五个成分银杏，第六个成分甘油，后面就是一些保湿剂了。
所有女生前面七个成分真的超级超级的棒。来，寻汇剂，它这个产品也是不打广告的，因为他们家真的，我就花了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把他们家整个带到复购，就是粉丝自己买，都买他们家的芦荟的东西，十几万。对，他们家芦荟胶月销十几万。美眉，为什么？第一个，他们家品牌就是走，你知道，就是无欲无求佛系路线，对吧？佳琪没关系，就是你播就播，你不播我也可以的那种。不像别的老板说，佳琪你再帮我播一场吧，我们再来一次吧，佳琪我们再来播一次吧。他们老板真的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找他们，我们就说老板我要再来播一次你家芦荟胶，我今年夏天我要给你锁死几场芦荟胶，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些量留给我的直播间的粉丝。老板们说好，然后就是这样子，他们真的非常非常佛系的一个品牌。那所有女生，寻汇剂自有260万平米的有机养殖基地，就是其实就是一片，对，它其实是很广的，因为我们有同事去实地考察过。对的，我们有同事直接去实地考察过他们家的产品。而且你知道吗，所有女生，芦荟原液在里面的成分的排序是第一名，就是说它的有效成分是比水的添加还要多。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们家真的不是用芦荟粉跟你勾兑产品去做的，它都是用到的芦荟原浆。对的，好不好，都是用的芦荟汁提取物，真真正正的芦荟提取物来做的一个产品，而不是芦荟粉勾兑。代客已经没有了。这一瓶呢是一个喷雾，就是在什么时候用，就在你洗完脸了之后第一步去使用，或者你敷面膜的时候轻轻喷一喷用就行了。懂了没有？这个我跟你们说非常非常的好，它就是有马齿苋，有芦荟提取物，有就是对金盏花，就是集舒缓保湿补水以及修复为一体的一款保湿喷雾。是的，化妆前你也可以用，天猫店铺价79一瓶，一瓶是100毫升，佳琪直播间买一瓶领10元优惠券，69块钱，买两瓶领50元优惠券，108两瓶，我觉得买两瓶更划算，最值得的，好不好？买两瓶的价格是最划算的。来，3、2、1，寻汇剂芦荟喷雾来喽。对，大家领好10元，100毫升一瓶哦。对，所有女生100毫升一瓶。他们家芦荟胶，他们家面膜都在我们直播间卖的非常非常的火爆。是，推荐大家其实买两瓶，你可以办公室放一瓶，家里放一瓶，而且它其实个头小小的，比如说你外出携带都是没有问题的。是的，然后包括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皮肤特别的干，你就可以这样喷一喷喷一喷，但是在没有妆之前啊。对，在没有妆之前，而它不是那种就是氮气包装，所以你携带挺方便，但是这是100毫升，不能带上飞机。下架了，那我们再加。但这个是100毫升，不能带上飞机啊。对。芦荟寻汇剂芦荟胶晒后修复效果超级棒，对，他们家晒后修复巨好。你知道我去三亚旅游的时候，我带我团队去三亚玩的时候，他们整个晒到脱皮，然后发红，然后痛，然后我就让他们涂芦荟胶，就我都会随身携带。我去海边的时候，我去热的地方就涂到他们身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大胆买，是，真的是可以放心大胆买的一个产品啊。谢谢你们，喜欢佳琪记得多关注李佳琪直播间，每天晚上8:15我们都会有到直播给到大家。对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11月30号的母婴小专场。是的，我们11月30号会有母婴小专场，而且你们一定要记得去微博上多多转发、多多评论、多多点赞，我们会抽取200个人每人100元的红包，好不好？对的，来，寻汇剂加好了，18号宝贝链接。是的，我们的寻汇剂保湿舒缓。修复喷雾已经加好了，是的，能修复痘痘吗？不能说修复你的痘痘，是痘痘完全不长，就是会让你的痘痘的愈合会快，而且痘痘的会帮你压下去。比如说你不用任何产品，你痘痘可能是5天左右的一个恢复期，那你用了一些比如说修复痘痘的东西，或者是帮它做消炎的东西，或者是帮它做舒缓的东西，它可能会怎么样？可能会把那个痘痘的时间变成3天左右就可以修复好，懂意思了没有？没有一款产品是可以直接用了之后你这辈子不长痘痘。不可能，这个产品我先用，好不好？然后把这个品牌买下来，大力推广，绝对啊，躺在家里赚钱，行啊，好吧，没有这种产品哦，就是让它的痘痘的恢复周期缩短一点，而不会说是整个全部都变得就是什么啊，我不长痘了或者怎么样，没有的，不可能的，现在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痘痘完全不长的，好不好？嗯，说说毛孔可以吗？毛孔是不可逆的，有这么大毛孔就是这么大毛孔。你长痘了，你可以用一下这个。接下来这个给你们推荐，佳琪要给你们推荐到的，我用了好久好久，我非常非常喜欢它。所有女生，瑞波琴的美们，海藻提取的一个痘痘舒缓精华，是点涂的。有没有女生最近哦？我跟你说，第一个我就是真的非常非常讨厌，就是我就是戴口罩，
然后就这块位置痘痘会反复发作，下巴上，对，会反复发作，然后你的口水的问题，你口水有毒，然后包括或者是比如说你就觉得你自己的那种脓包痘也很多，然后很怕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破了，然后整个把床单啊枕套啊搞得很脏，然后本来就好痛好痛好痛那种感觉，或者是你想要你那个脓包痘快速愈合，因为第二天有一个重要场合，是，或者一个重要的活动或者约会干嘛的，所有女生这个怎么用？我跟你们说，非常非常的方便。就在你们洗完脸了之后，你可以涂一些，比如说 K 加、丢加，我推荐过的，比如说夸迪的绿刺泡，那些抗痘类的精华跟修复类的精华，涂完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的脸上长了一个痘，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斜形的一个刷子，然后你直接把它点涂在，就是痘。痘痘上它会有微微的刺痛，但是大概十秒钟左右那个痛就没有了，就这样点涂在你的痘痘上，然后它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的痘痘整个被它瘪下去一半，舒缓了。就比如说啊，就是第二天本来要化个妆要去见美美的见人或者去谈生意或者干嘛参加什么活动，它鼓那么大个痘，其实你用粉底液是遮不住它的一个凸起立体感的，但是它会让你一个晚上它痘痘凸起会减少一半，而它的泛红的问题会有得到很好的改善，就是让你们痘痘修复好了之后那些红肿那些泛红会减轻很多，所有女生它会从根源上去帮助你密集修复，快速精准的去改善痘痘肌，让你舒缓你的皮肤，以及舒缓你痘痘的一些炎症，以及舒缓痘痘的一些那种脓包，而且哦，所有女生它会让她的那个痘痘区域的皮肤不会干燥也不会脱皮，它不是刷酸那一种啊，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是很温和，主要是用到的植物成分跟曲酸来帮助你有效的舒缓，好不 好帮助你吸走多余的油脂成分，是的。天猫店铺价268一瓶，贵的，佳琦直播间148一瓶，你们买一瓶先试试看，不用买两瓶，两瓶还有一个价格222，但是我觉得买一瓶就够了，因为一瓶就可以用很久，而且一瓶先试试看，天猫店铺价268一瓶，佳琦直播间领120元优惠券，148一瓶，准备好了没有？321来咯。是的，大家可以试一下，如果是痘痘肌的女生的话，它里面其实还有那个水杨酸，嗯，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去对针对痘痘去做一些快速的一些代谢。嗯，链接上上来了，19号宝宝链接。对的，一瓶是148，两瓶是222，对，我们放第一张好了。是的，来，所有女生，下架了，来加货吧。我们来加货给大家，我们加货给大家。这个品牌就是我们之前播过这个的，大家 有没有他们家那个棒棒，就祛痘棒，去闭口的这个棒棒。对，闭口用什么 ？K 加跟塔卡米或者它。嗯，它里面是果酸。它是就是局部的。对。但是 K 加是全脸的。是的，我们之前有帮大家推荐过这个品牌，如果大家对这个品牌认知，你可以试用一下。没错。加好喽。嗯，他们家就是以那种海藻养肤成分做研究的。是的，加好了，加好了，我们赶快去抢哦！瑞波琴来喽。链接在19号。领120元优惠券啊！领120元优惠券啊！对，记得领取120元优惠券。母婴产品的预告，我们明天晚上会就是全部的产品会一个给大家来做预告，然后我们会先预告明天晚上的产品，好不好？好，来，我们先来预告一下明天晚上的产品啊，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多多关注。今晚有毛衣吗？今天晚上没有毛衣。11月30号晚上会有到的是我们的母婴小专场。我们准备了部分母婴，可以稍微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吧。嗯，其实我们微博上已经看了，你要先让他们先转微博吧，因为有个抽奖。可以。好吧，我们先转个微博，因为有个抽奖给大家啊，谢谢你们的支持。米贝尔粉水在囤货。在囤货。米贝尔的粉水在囤货了，你们放心啊。很好用的涂抹面膜也快来了，是，对的，米贝尔的涂抹面膜也快来了，我也体验了很多，他们家那个面膜是蓝色的。来，我们可以把镜头切一下，是，大家可以点开微博，然后搜索同名微博李佳琦，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母婴小专场的预告，大家可以点开图片往下滑，我们把所有的产品其实 都已经帮大家列得清清楚楚了，包括价格也列得清清楚楚了。是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多转发、评论加点赞，我们会在这条微博里面抽200人每人100元的现金红包。是的，好不好？大家可以多多的呀，下播之前去转发一下啊。是的。好，然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明天晚上我们会有到的产品是所有女生百仙汇的花椒鸡来了，哎，年底了。是的，大家这种产品可以多多买起来，然后请同事、请朋友一起去吃一吃。好吃好吃。包括还会有到的是托马斯的烤冷面。对啊。这个烤冷面好吃。还会有到的是，罗家臭豆腐。
臭豆腐，是的，特别棒的罗家臭豆腐，还会有到的是吉普号有机的那个乌龙，它可以冷泡这个，对的，好，还会有到的是冻干果脆，这里，以及啊，你们很多人想要的手撕鸭脖，风干手撕鸭脖，以及我们的赞叹的鸡蛋卷，这个很好吃，赞叹鸡蛋卷来了，了买它，还会有到的是麦当劳。太棒了！我看一看，让我先哇，我先吃个麦辣鸡翅吧。先薯条吧，比较好。麦辣鸡翅，我跟你说，昨天晚上，这是今天的吧？昨天晚上麦辣鸡翅饿的时候，我昨晚4点钟超饿，然后点麦辣鸡翅，吃完了睡觉。说一下，明天晚上我们的那个麦当劳天猫店铺价是155的一个套餐，佳琦直播间到手价只要66.6元，麦当劳的卡券来了啊、哦！还有豆本豆无添加的黑芝麻豆奶。黑的豆奶以及黑芝麻豆奶，还有华味亨的打手瓜子，这边我们华味亨的一直打手一直吃的打手西瓜子，以及还会有到的是萧三婆的酸辣柠檬鸡爪，哦，这个很好吃的萧三婆酸辣柠檬鸡爪，还会有到的是好小的一个高汤猪蹄，对，猪蹄也是，以及我们的鹰之歌的喵咪餐具，是给大家备了一套餐具，是的，喵咪餐具，这个喵咪餐具很可爱，还会有到的是呦吼的是那个这个什么？我看一下，是音小音。哦，对对，魔法音。这是不是小音？这是魔卡少女音。魔卡怎么这么多音？的一个蒸汽眼罩，还会有到的是泰利的免抽气的挂式压缩袋，专门装一些大衣羽绒服，以及波司登连帽羽绒服长款来了。大家要抢吗？真长款来了，跳起来。看一下长度，哦，就真的长款，我真的，好不好？真的很长。你刚突然先一下吓我一跳，我想让他给大家看我的。波司登的长款来了啊！对对对，再买不到，真的买不到了。这个有一点点像那种，你知道吗？北影女生，就是那种，就是艺术学院出来的那种校服。因为我曾经在那边就读过，就读过。你曾经在那边租过房子。然后就读那个学校旁边那个学校是吧？啊，好，还有波司登羽绒服，明天晚上849，长款超长款，还会有到的是甜甜圈卫衣。我跟你们说，我唯一啊，就是我跟你们说，真的，这个我真的要跟你们说，你知道吗？这件卫衣本来是我一到秋天我就要播的第一件卫衣，我知道，价格老板死都不给，我就说看谁硬气。没想到他不要就不要，没想到他其实不播就不播。我穿过一次在直播间，硬了半年，就是不滑，对，价格下滑。老板真的是半年时间不下价格，真的半年时间哦。我说看谁硬气，看谁就是死磕到最后那个价格。我跟你们说真的，好不好？哎，没有卖过，他们家的一件 T 恤就要卖400多，是是是，他们家一件卫衣是800多，你知道他们家这件甜甜圈的卫衣有多火吗？很多人买的是580多块钱一件，600块钱一件。我给你们谈到的价格，我一定要做到500块钱以下，489一件，485一件，我谈到了，是的，他老板终于给了。嗯，好不好？他老板终于给了。会卖爆！我唯一就是在直播间被大家要的衣服，就仅仅只有这几件，好不好？甜甜圈男孩的卫衣来喽！来喽！美们，489一件，真的这个价格已经谈到真的不行了，没办法了，这个价格再也不可能有这种价格了，这谈不下来的那种啊。还有，还有，啊。我们的那个高领打底针织衫来了，高领打底针织衫就是我们庆子姐今天穿的，庆子姐穿的针织衫，249一件。针织衫试着讲啊，对的，还会有到的产品是我们的戴思恩的一个洗发水套装和花王的那个染发剂，以及巴斯克林的就是姜足浴，对的，还会有到的是 PCA 的南瓜水，是的，以及薇诺娜的防晒日霜，还会有到的是 HA 虾青素精华、雪美清酒珀面膜，还有雅漾舒缓保湿面膜，我们在北京敷的，以及还会有到的是 Juno 的妆前乳和我们的 Burberry 唇釉，好不好？还会有 Burberry 唇釉，希望大家喜欢佳琦直播间的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多多关注，谢谢大家的支持。好了，那我们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那个就是母婴节的产品了啊，庆子姐起来吧，稍微我们可以啊。是下一个表对不对？啊，来了！你们有哪些东西了？我就说哪些东西。长度，这个表上。来，所有女生，我们母婴节会有到的是爱美仕
0到6岁儿童的一个牙膏，爱美仕牙膏来了，好吧？我们母婴节会有爱美仕的牙膏，是的，还会送漱口水4瓶。对对，你们东西拿快一点，好不好？还会送漱口水4瓶给大家，爱美仕的牙膏，母婴的一个牙膏，天猫店铺价99.8，家人们到手价59.8，还会有到的是所有女生，日本的儿童电动牙刷，我们之前播过的，对，播过一次，是的，电动牙刷，儿童电动牙刷也帮大家拿到了130块钱一个。还会有到的是啊，这个你说吧。对，美德乐终于来啦！我们很多的现在已经、啊、不是这个吗？那拿错了，来、给我换下一个。下一个是曼西旗舰店为大家带来的曼西防下垂哺乳文胸的经典款，这个就是喂奶，它这里就可以开口，然后哺乳会特别的方便，所以如果快要生的宝妈，然后就可以赶紧囤起来了。是的，或者现在正在哺乳期的妈妈，现在都可以再用。下一个，还有你也说啊，下一个，你说我来举。好，这个呢，不是啊，这个我可以说，这个是我们那个曼西的多功能的大容量的妈咪包。对对，好不好？妈咪包来了，这个妈咪包超好，这个妈咪包你可以给你老公背，因为男性也可以背，有很多颜色。对，而且这个里面功能超全，超全可以放超多东西。妈咪包，对对对，天猫店铺价228一个。家人们到家108一个、超划算，这个包包。对的，还有他说、你说他说好，接下来呢就是美德乐为大家带来的思韵逸双边的这个吸奶器，这个确实特别火，就是哺乳妈妈背奶妈妈基本上都会带。我身边我们之前有很多的同事，他就是哺乳期还上班了之后随时都会带他来吸奶。对对对对对，会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双边的，在我们母婴节我们今天价格说吗？我们价格，我们价格1000，如果去买的话，一般都是2000多，因为是双边，不是单边。原来价是2399，我们直播间母婴节的到手价是1399，双边，双边，双边，两边一起，1399啊、还会有到的是所有女生妙思乐的面霜，对的，不孕妈妈跟宝宝都可以用的面霜，嗯，还会有到的是那个，这个暂时不说啊，还有到的是艾维诺的。洗化合一的，一定要买，依然是爆品，可以说吗？啊，还会有全棉时代的婴儿印花纱布浴巾啊，这个、这个对对对，非常棒。我跟你们说，我都自己都很想用纱布浴巾，超舒服。全棉时代的儿童纱布浴巾来了，好吧，裹宝宝的，就宝宝洗完澡了把它抱起来，裹起来，包起来那种。还会有到的是艾薇诺的一个洗化合一，以及还会有到的产品是膳魔师的保温杯，超可爱，超可爱的膳魔师的保温杯，嗯，以及还会有到的是 Higgin 的一个。就是那个奶嘴的，这个是个应该叫 Higgin 哦， Higgin Higgin 预习一下 Higgin、对，这个是我们的。我跟你说，奶瓶，我选母婴产品的时候，我整个就害怕生孩子的东西，太贵了这些东西啊。对，来小奶瓶，对，这个是奶瓶的，这个礼盒包装也非常的精美。我们这个奶嘴，这个奶瓶非常的厉害啊，很贵的。这个奶瓶，让我那些同事给我种草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立马想要买。就把它放在家里，存着都要想要买的那种感觉，对的，好不好？这个品牌是材质也超好的，对，真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品牌，而且我们送奶嘴是643块钱一个礼盒，我们直播间418块钱到手，还会再送奶嘴一盒给大家。这个是真的特别特别去争取到的，巨划算，还确实是很难谈价格。对的，他们家价格真的不能谈下来的。还会有到的是啊，你说。接下来就是我们十月结晶旗舰店为大家带来的一次性的内裤，这个就是很多就是快要生宝宝的生产的这些宝妈都是一定会背，包括月子期间。我跟你们说，这个一次性内裤比我们自己就是一般就是正常人穿的一次性内裤要厚实很多，很柔软，因为我拿到手上这样拉过然后捏过。我跟你说，这比别的一次性内裤要柔软很多，而且真的很有弹性。那它那个弹性超级大，到时候跟大家展示。因为很多的产妇，你说肚子可能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它一点都不勒的。是，好，下面一个我可以说，这个是那个我们的儿童的蹲便器，超可爱的蹲便器，就是小宝宝就马桶坐不上去，你就可以把它买到这儿蹲便器。好吧，我们的儿童蹲便器。对的。是超可爱的小车车蹲便器，然后还会有到的产品是。啊，来在那边宝宝餐车，我们贴过去给大家看一下，超可爱的很专业的宝宝餐车来喽。这个很多家庭宝妈都会选择，这个也是餐椅的一个 top 品牌，是就是全新升级到的目前为止的最新最新的款型它整个的材质有抗菌，然后有防滑，包括从宝宝小的时候它可以躺着喝奶的时候可以躺在这上面，没错，然后会坐的时候它可以立起来，然后档位呢也可以从低到高来进行调节。好，收，不是直播 啊，下一个还有利奇尔的一个 PPSU 的吸管杯，
就是小宝宝有的时候要断奶的时候就不能一直给他喝奶嘴杯，嗯、对对对，就用这种吸管杯了啊。嗯、这个吸管杯也是在行业里面非常非常有名的60多年的一个日本品牌，他们叫做致力于给就是以母婴的一些就是用品，对对对，做好的产品出来，知名品牌了。对，这个很有名的，嗯、这个是丽吉尔的一个就是吸管杯，对对，小朋友的吸管杯、嗯、啊，这个哦超划算，118块钱到手，嗯，超划算。还有很多大小不一样的，还有贝亲的美们洗清洗剂，就奶嘴清洗剂，贝亲的奶嘴清洗剂，69块钱一份，4.5折的活动力度。还会有到的是所有女生婴儿无香洗衣液，超好用，啊、很好用。这个是我没有那么的，就是知道这个品牌有多么厉害，但是他们就妈妈们都说这个品牌一定要买，妈妈对，这个品牌超好。嗯，因为它不添加，对于宝宝的衣物来讲会更好的呵护它，是的，也不担心会有刺激过敏的情况。是的 ，ECO Story 啊，还有到的是啊，你们一定要我卖的来了，来喽，哎，我们的大王天使，我们的纸尿裤，而且这个是大王天使的典藏版了啊，算得上是那种高级的再高级的那个版本了。好不好，大王天使的纸尿裤来了，是的，然后我们今天会有尺码给到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还会有送抽纸，送一些实用的东西，是的，大王的所有女生一套是418块钱两大包 L48 的两大包418，家人们到手价是258，对，超划算，嗯啊，还会有到的是等一下那个童鞋的鬼冢虎，嗯，鬼冢虎的，哎，可爱到爆炸，童鞋中童跟小童都有的鬼冢虎的鞋子来了，好 可不可以跟你的宝宝穿情侣鞋，不跟你的宝宝穿亲子鞋，对不起，跟你的宝宝穿亲子鞋，对，是不是很可爱，这鬼冢虎的亲子鞋跟童鞋啊，这个多少钱，天猫店铺价479，佳琪直播多少价239，我的妈耶，我小时候穿一个那个耐克阿迪达斯已经感觉家里面有钱有到不行，我应该从初中的时候才可以，我小时候都是穿那种啊，我从高中才开始穿，高中都没有，大学吧。我那种年龄大概差不多。OK， 好啦，差不多就这些。没了、啊。那还有一些预告，明天晚上还会有啊，明天晚上我们会有最详细的一个母婴节的产品预告，是的，好不好？明天晚上会有最详细的母婴节的产品预告，对，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大家早点休息，我们明天晚上8:15哦。好不好，明天晚上8:15，谢谢大家，拜拜拜拜，甜甜圈卫衣是明天晚上，是明天晚上，拜拜拜拜。